第一千九百四十一张白雷，在石峰的命令下，五位太上长老自然不得不接受命令，带着位前往神雷海。不过，这五位先前在这尊杀神的力量下身受重创，伤得不轻，此刻还是根本动不了分毫。要不是石峰身上席卷出的无形之力拖着他们的身体，估计早就从虚空坠落下去了。而石峰可不想等，他清楚这五个老头的伤势。 等这五葛老头恢复到拥有行动力后，又需要一些时间。于是他再而开口，对着五葛老头说：“你们告诉本魔主那个神雷海的方向，本魔主带你们过去取那神药。”是，见到这个妖孽都这么说了，五葛太上长老在而齐声恭敬应道。随后有五位太上长老指路，石峰左手还抓着雷神圣主雷藏，一边按着五葛太上长老的指引。 往神雷海的方向飘飞而去，那七道身影逐渐地消失在了远处虚空，逐渐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当那道仿如凶魔般的暗黑身影彻底看不见，无数人终于在这一刻悄悄地呼了一口气：“这位走了，这才真正地意味着他不大开杀戒了，自己终于是不用死了。”谢天谢地！这时，也有人望着躺在大地上的一具巨圣人干尸，心感万喜。 这些人原本可以跟自己一样不用死的，实在是太慌、太轻举妄动了，结果导致如此下场。看来今后无论做什么，都不得轻举妄动啊！有人从这一次的事件中，从这些人的死亡中感悟到了这个大道理；也有人心中暗自庆幸，对着下方大地上的那些干瘪尸体心存感激。当时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心生逃逸，只是很多人还没来得及。 稍微慢了一拍，便听到了阵阵痛吼以及惨烈的一幕。在那些人的死亡下，连忙打消了逃亡找死的念头。师弟啊，你这是何苦啊！你当时只要与为兄一样，不要妄动，便可逃过那场劫难了啊！哎，师父啊，我的师父啊，您死的好冤啊！你本来根本不用死的啊！跟着，只听一道道悲痛的呼喊在雷神圣地中不断响了起来。 那些人因为先逃了一步而就这样死了，确实是太可惜了。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啊，师兄，师兄啊！啊！这时，一位曾雷神圣地的女弟子冲着下方的大地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大吼：“师兄啊，师兄，你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的着急啊？你只要稍等一等，便可以不用死了啊！你曾对我说过，你会爱我一生一世，可你却……我的师兄。” 泪水已经湿润了她美丽的脸颊，紧跟着便见这张俏脸变得异常坚定，道：“师兄，既然你已不在人世，那我活着也没有丝毫的意义，我这就来陪你了。”当说着这番话时，这位女弟子身形飘落而下，往下方皆是干尸的地面飘落而去，与此同时运转全身之力，想要就此自尽。可就在他娇躯落地的这一刻，仿如忽然又发现了什么。 双眉旋即一拧，笑脸又是猛然一变。师兄，你你你竟然跟这个贱人偷偷搞在了一起！干尸群中，他仔细看清了自己脚前的这具男干尸，干瘪的右手正跟另一具干尸十指紧,紧扣在了一起。那具干尸身着女装，这位女弟子旋即认出了这个女人是谁。贱人，贱人，你真是个贱人啊啊啊！啊,啊你曾说过。 我是你这辈子最好的姐妹，而你却，贱男人啊，贱男人！枉我曾经如此的爱你，就连看到你死了，我都想跟你一块死，想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结果你啊，你竟如此负我啊！啊，贱人，贱男人！阵阵凄厉的大吼又从这个女弟子的嘴中不断吼出，只见一股冲天的煞气从她的身上猛然升起。啊！众人忽然见到。 这位年轻女子的头发瞬间变得雪白，与此同时，一道进阶的白光在她的身上旋即一闪。在那五位太上长老的指引下，石峰七人进入了神雷海中。雷神圣地雷藏依旧被石峰抓住脸面提在手中。五位太上长老的伤势依旧没有恢复，还是在石峰的无形之力下漂浮着。石峰身上的无形之力一直肆虐着。刚一进入神雷海。 狂暴汹涌的狂雷便在他的无形之力下向两边分开，分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石峰一路前行，神雷海不断分离，很快他们便来到了这片神雷海的最中心处。这时，一位太上长老旋即躬声说道：“九幽魔主便是这里了，神药就在这里。”哦，听到那位老头的话语，石峰哇了一声，便停下了飘飞的身影。哎。 到了这里，吴哥老头在心中暗暗一声叹息。事到如今，那就让他们拥有唯一进阶希望的神药是绝对保不住了。别说神药，就是性命能不能保护都将难说。谁知道这个魔头取了神药之后，接下来会不会就是取自己几人的性命？石峰停下身形，落了一声后便没有再出声。不过那五位太上长老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尽管自己可能会丧命。 但这是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希望。如今，他们根本没得选择。随后，便见五位太上长老的双手缔结为一道古老荒凉的手印。破雷界灵胎五道苍老的喝声从他们的嘴中猛然喝出，喝响震荡天地，震向苍穹。而在这五道喝声之下，只见他们上方的苍穹突然猛烈震荡起来。天！ 仿如在这一刻即将要崩塌下来一般，这时石峰的双目也凝视于狂猛震荡的苍穹，眉头缓缓地皱起，越皱越深。尽管他觉得这五个老家伙没有胆子在自己的面前耍花样，但他还是不敢大意。这雷神圣地毕竟是远古真神强者白衣雷神留下来的传承，谁知道其中会不会还有什么隐藏手段？轰！而就在这一刻。 只听一道巨雷爆破之声猛然轰响，与此同时，只见一道巨大无比的白色狂雷破开苍穹，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仿如可毁灭世上一切，朝着石峰七人所在的这片地狱猛然降落。第一千九百四十二章白雷秘术。白雷见到那道狂猛劈下的巨大白雷，石峰心头顿时产生了一股熟悉的感觉。没错，这白雷。 仿如跟如今嗜血雷剑上的白色雷霆出自同一本源。当年在冰雪荒原那座白衣雷神的古墓内见到的白雷，也正是这白雷。不过此时此刻，石峰又已经感应出这道降下的白色狂雷，看上去虽然狂烈无比，看着仿如能毁灭一切，其实并没有丝毫的攻击破坏力，给石峰一股仿如空气狂猛涌,涌下来般的诡异玄妙感觉。转瞬之间。 便见石峰七人的身形，旋即被那道劈下的巨大白色狂雷给吞噬。不过那白色狂雷来得快，去得更快，仅仅一个呼吸便已经消失。石峰七人的身影在那白色狂雷之下，竟完好无损的显露而出，看上去根本未受到半点伤害。果然如石峰感应中那般，这白雷并没有丝毫的攻击破坏力。而此时此刻，只见石峰的右手之上。 正握着一株白色雷光闪耀之物，仿如婴儿般大小，仿如猕猴形状。白色雷光狂烈闪耀着，仿如石峰手中的奇形之物正在他的手中激烈挣扎反抗，想要逃脱。白雷泥树这时被石峰捏在左手的圣主雷藏，旋即发出了一声惊呼。白雷泥树是一棵神树，在雷神圣地存在了无尽岁月，传闻曾经乃是白衣雷神亲自种植。 一直留存到至今，不过无尽岁月之下，这白雷迷树仿佛不会再成长，一直就这般大。不过开花也不会结果，不过却仿如活物，也不是仿如神级之药，确实就是活路，早就已经开启了灵智。此时此刻，石峰的脑海之中随即传入一道道念头：放开我，快放开我，放开我！人类，这些念头。 正是他手中的白雷泥树传来神药。从刚才到现在，石峰的双目便凝聚于这棵白雷泥树上，暗暗青蓝，吐出了这两个字。这一次是他第二次接触神级药材，第一次是在死亡禁地，从月无双哪里获得一片玄光花的花瓣。如今却是一整株的神树被他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传闻神药可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效。 常人就是闻上一口神药的气息，都可百病不生，百毒尽除，益寿延年；而武者吞噬，可获得磅礴力量，可强化肉身气血，可强化魂魄。可以说，传说中的神药几乎万能。望着手中这株还在剧烈挣扎的神药，石峰可以很明显的感应出，自己只要将它吞服，定然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跟着，只见他咧嘴一笑，再而开口。 冷笑着道：“沈耀很好。”呵呵，听到石峰这话语，一位太上长老连忙陪笑，跟着，尽管他们心中心疼，满是不舍，但其他几位太上长老也旋即对石峰低头哈腰地露出了笑脸。这一刻的他们，确实早已没有了先前那股绝世强者的风范，仿如几个老奴仆一般，为了可以活下去，他们已将什么尊严都给抛却，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活着，才能谈什么尊严。武者就算修炼的再强大，就算受天下人敬仰，但是死了就将什么都没有了。就像罪恶深渊的三魔主，无尽岁月下闯下了赫赫威名，令得罪恶深渊变得越来越强大，培养出的天才、强大武者、强大势力也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死了，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了。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只给石峰做了嫁衣裳，因为他们的赫赫威名，才能令得如今的石峰震撼天下。九幽魔主神器与神要凝结已得到，这时被石峰抓在手中的雷藏在而开口，他好像要说什么，后面的话又没有继续说出口，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听到雷藏这话，石峰这才将视线转移，望向他，道：“你先前违逆本魔主，本魔主说过。” 你今日必死，你也该去死了。对于石峰来说，如今神药已经获得，这个圣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当石峰说着那番话后，还不等这雷藏再说什么，右手一动，啊！一道极度惨烈的大吼声刚刚吼出，便戛然而止。砰！石峰右手一动间，便已将雷藏的这颗头颅给捏爆，接着鲜红的血液不断的涌出，死亡之力、血液、魂魄。 瞬间也被石峰吸入到了血石碑中。雷藏的无头尸体在五位太上长老的凝视之下，也化为了一具无比干瘪的无头干尸。跟着石峰手一甩，便将那具无头干瘪的尸体给甩飞而出，落入到了不远之处的狂烈雷海之中，瞬间化为了灰烬。雷霆圣地圣主雷藏与他们一样，皆是九星半神级别的存在。刚才还活生生的在他们的面前。 前不久还在这神雷海中向他们五人请求交出神药，与他们五人争辩，而如今竟然就这样死了。雷藏一死，五位太上长老的心更是一沉。这位狠人说杀就杀，简直就是杀人如麻，根本不管你什么身份、什么境界，他想要杀死便杀死。一时之间，五位太上长老没有出声。刚才雷藏也便是出声后。 然后被这尊杀神给杀死的。这一刻，他们五葛甚至低着头，不敢去看那尊杀神。五葛老头不看自己，不过这一刻，石峰却是看向了他们，缓缓开口说：“你们五个老家伙还算识相，那就滚吧，滚，滚，滚。”听到“滚”字，五葛太上长老心中又是一惊。他叫自己五葛滚，难道也就意味着他真的要放过自己五人了？ 遵命，尊九幽魔主命，滚！我们快滚！我们无葛老家伙就不要再打扰尊贵的魔主大人了。这时，无葛太上长老旋即连连出声，开口说：“不过，紧跟着他们又旋即意识到自己如今此刻的状况，他们倒想滚着离开，但是自己五人身受重伤，若是没有这尊杀神在，估计早就坠落于下方的神雷海中，早就灰飞烟灭了。这。” 这是这尊杀神变着相让我们五人去死吗？有老头在心中暗惊道。跟着也有一位太上长老开口，以哀求的口吻说：“九幽魔主，我们五人身受重伤，根本无法滚着离开这里啊！还望九幽魔主您能助我等一臂之力。”尽管觉得这尊杀神是变着相让自己五人去死，但他还是试探一下到底是不是。第一九四三章：圣龙城一族挑战。 石峰让这五个老头滚，便是让他们直接滚离这里。没有他们那些花花肠子，什么变着香不变着香的。紧跟着，石峰身形微微一动，又有一股无形之力从他的身上冲击而出，狂猛冲向了那五个漂浮前方的老头。啊啊啊！在一道道苍老惊骇的叫声之下，五位太上长老旋即被冲得狂猛倒飞了出去。不过，石峰既然让他们滚。 自然只是让他们滚。转瞬之间，这五位苍老白色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这片神雷海中，只留下石峰一人独自悬浮于这片雷海中心。跟着，石峰又是微微低头，再次望了望握在手中的这株真神药白雷泥树。下一刻，只见白雷泥树闪耀起一阵妖异血色光芒，已被石峰吸入到了血石碑的空间之中。接着，只见他缓缓开口，暗暗轻喃。 是时候突破了。经过这段时日的感悟，再加上这段时日以来，从罪恶三魔主、十大魔将，再到扫地老人，经历这三场绝世之战，石峰对于武道的感悟已经越来越透彻。到的此刻，已经到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地步，可即刻步入八星半神了。紧跟着，只见石峰身上突然闪耀起一道白色光芒，然后这片雷霆奔涌之地。 突然昏暗了下来，顿时间狂风大作，一道巨大无比、看上去无比狰狞，仿如凶魔巨嘴般的黑色漩涡在苍穹显现，仿佛要吞噬天下苍生。轰！只听一道绝世雷鸣爆破声响彻而起，看，快看哪里？那是什么？那巨大的黑色漩涡？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哪里应该是神雷海的上空？那片苍穹之上出现的大动静。 顿时吸引了雷神圣地中的无数道目光，跟着有人猛然想到了什么，惊声大呼道：“没错，哪里确实是神雷海，那一位如今正与五位太上长老前往了哪里取神药？而这黑色漩涡，那雷鸣爆破声，以及这黑色漩涡内奔涌的黑色狂雷，像极了传闻之中的雷霆灭魔黑雷！灭魔黑雷！灭魔,魔黑雷！天地变色，狂风大作！” 天线黑色漩涡，黑色奔雷涌现，要降下面魔黑雷。这么说，这位进入神雷海后吞噬了神药，此刻的他又要进阶了。他他又要进阶！有人发出了猛然惊声大呼，再而惊呼道：“这一位如今都已经是可灭杀神级强者的存在，而他若是在进阶的话，那到底是何等级别了啊？”天哪，他他这也实在太恐怖了吧！自然恐怖啊！ 曾经的他便掌控三件真神战器，而如今他可是一人掌控四件真神器啊！如今又进阶，这是一位就连天都可以捅穿的妖孽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主威武啊！我主竟然要进阶了！哈哈哈哈哈哈哈！雷神圣地中，老头也望到了，涌现了黑色漩涡，仰天发出了大笑。他又要进阶了。这时。 青年也望向了那片苍穹，发出了青喃。不久之后，众目睽睽之下，人们见到了一道绝世暗黑巨雷从那道巨大漩涡中猛然而降，正是面魔黑雷。天衡大陆，圣龙城黑夜，圣龙城中已经陷入了沉寂，仿佛已经进入到了沉睡之中。而就在这一刻，只听一道威严的男子声音在圣龙城上空响彻而起：“人族。” 让你们的九幽大帝出来，与本神一战。紧跟着，一股无上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座圣龙城，陷入沉睡的圣龙城旋即猛然惊醒。是是谁？这股威压，好好强！圣龙城有大敌来攻，是谁？竟然来我们圣龙城挑衅九幽大帝啊！他既然称我们为人族，自然为异族了。有异族来攻我们圣龙城，接着。 只听圣龙城中，旋即响起了阵阵惊呼。城中原本空旷的街道，人群不断涌现，纷纷抬头望向了上空。只见夜空之中，一道人影傲立其上，俯视着下方的圣龙城。不过紧接着，人们又看清，这位虽为人的形状，脸面之上却是布满了黑色鳞片，头长鹿角，身穿黑色战甲，身高足有两米之高，魁梧壮硕。这。 此一族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水之力量，这是一位修炼水之道的异族，好强！此异族好强啊，我完全看不透他的境界。这一族到底来自于哪里？接着，人们又见到了那位布满黑色鳞片的异族开口，冲着下方的圣龙城喝道：“九幽大地幽冥，快给我出来，来与本神一战！”声雷滚滚，在而在整座圣龙城中回荡而起。是谁？ 胆敢在我圣龙城放肆！不过，就在这时，只听一道年轻的冷喝，旋即在圣龙城最中心响起。跟着，众人见到了一道白衣飘飘的身影，从圣龙殿中飘飞而出。他是他，萧天意大师啊，没有错，确实是萧天意大师啊。萧天意大师，这是要去对抗夜空之中的那位异族吗？萧天意大师能打得过他？ 当看清升空之人是萧天意后，惊呼声又响。萧天意如今虽为圣龙城城主，天下术炼师总工会会长，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称呼他为萧天意大师。萧天意虽为天下第一术炼大师，但是在人们的心中，术炼师一生钻研术炼之道，战斗力一般都比较弱。但是此刻，萧天意大师竟然独自飘向夜空。 飘向那位身材壮硕、气势凶悍的异族而去。嗯，见到下方的那道白色身影飘来，那张布满黑色鳞片的威武面容旋即一变，冷然喝道：“你是什么人？本神找的是你们人族的九幽大帝。”听到那人话语，萧天意冷然回道：“我师尊幽冥不在圣龙城，便由我萧天意迎战你。”话音还未落下，便听萧天意在而开口：“更何况战你？” 我萧天翼足矣，根本无需我师尊幽冥出手。有将身份，这道无比冷傲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久久回荡而起。人们没有想到，萧天翼大师竟然真的要与这个异族一战。第一九四四章八星半神。就凭你！听到萧天翼的话，上方那位异族强者发出了一道威严的声音，说：“本神乃北海龙藏，号令北藏神龙。” 四海之中，本神已无敌手，却听闻你们人族也出了一位神境强者九幽大帝，特来一战。而你一星武宗，蝼蚁般的存在，根本不配与本神一战，滚开！这位龙藏对着萧天意越说到后面，布满黑色鳞片的面容越是冷傲。萧天意一生钻研术练之道，在那位异族的眼中，他的武道境界不过在一星武宗境而已。此时此刻。 萧天翼的身形已经漂浮在了那位异族强者的对面虚空，听到那个龙藏的话语，又是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哼：“哼，本座虽为一星武宗，但拜你足以。不自量力，找死！”当龙藏说着这番话语的时候，一股无形之力已从他的身上冲击而出，冲向前方的白衣树列师萧天翼而去。而就在这一刻，萧天翼旋即发出一道冷喝。 九幽镇魂印阵，紧跟着一股绝强的灵魂攻击阵级而出，迎向那道冲击而来的无形之力而去。仅仅一瞬之间，便见那道无形之力便破灭开来。那位北海强者龙藏布满黑色鳞片的面容在这一刻猛然一变。这这怎么可能？这是怎么回事？一位一心武宗近人族武者，按理说应该已在自己刚才的力量下化为了虚无才对。 但是他此刻却完好无损地漂浮于前方，不仅完好无损地漂浮在那，反而还破去了自己的攻击。这种事实在太令他无法接受了。一名一星武宗，难道人族都是这么变态不成？灵魂之力紧跟着，这位北海强者猛然反应过来，惊然出声。这一刻，他才正眼凝视着前方的萧天意，说：“原来你是一位修炼灵魂之力的强者。” 甚至灵魂之力已经步入了神级境界。哼！听到龙藏的话，萧天意没有回答他的话语。再而咧嘴冷然一笑，发出一道冷哼。紧接着，又一道灵魂攻击九幽镇魂印被他震极而出，狂猛震极而去。这一刻，当真真实实地感应到这道轰来的灵魂攻击，龙藏的面容又一次猛然大变。这一次，他显露出了极度惊骇之容。 这是一股令他都感到不安的力量，神龙藏海啊！紧跟着，只听龙藏发出了一阵诺然大吼之声，浑身之力皆集聚在了双掌之上，然后朝着前方狂猛推了出去。哗哗哗！只听一道大海翻滚的声音回响天地，一片黑色大海突然在这片夜空中涌现，狂猛翻滚，汹涌奔腾，涌向了萧天意轰来的灵魂之力而去。好，这位异族强者。 果然好强大啊！怎怎么办？萧天翼大师会是这位的对手吗？萧萧天翼大师可是会死的啊！萧天翼大师可是一位术炼师啊，怎么可能会是这位异族强者的对手？哎，要是九幽大帝在此就好了，定然斩杀了他！黑色狂海一线下方的圣龙城中，在而响起了阵阵惊骇的大叫，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那片黑色狂海太恐怖了，圣龙城中所有人的身体皆在这一刻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毕竟这可是半神之威，而对于他们来说，修炼知道天下第一的萧天意大师又怎么能挡得住如此恐怖的一击？不过紧跟着，人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片夜空中狂猛汹涌的大海突然破灭开来，瞬息之间便消失地无影无踪，而紧接着。 只见这位号称北藏神龙的龙藏，威武强壮的身躯猛然一震，面露痛苦之容，然后往下方的圣龙城狂猛坠落而下。见到这一幕的众人又是跟着大惊：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异族强者的攻击怎么被破？他怎么从空中坠落了？我看萧天意大师根本没有做什么啊，这个异族强者便坠落了。难道有强者暗中出手不成？ 莫非莫非九幽大帝其实一直就在这圣龙城，而没有离开。刚才这个异族强者敢在我们圣龙城嚣张，九幽大帝终于看不过去而出手了。嗯，九幽大帝应该是九幽大帝出手了。这一刻见到坠落的北藏，人们纷纷想起了那位如今的天恒大陆之主九幽大帝。夜空之中，萧天意那道傲立的白色绝世身影，白色衣衫随风飘荡，潇洒自然。 莽荒大陆，雷神圣地，神雷海，从天而降的灭魔狂雷已经消散，石峰已经成功度过了雷劫，真正步入了八星半神绝世之境，施展一道道恢复手段，正在恢复着这具严重破损的肉身。这片神雷海原本在灭魔黑雷之下，紫色雷霆已经全数消散，而在灭魔黑雷退去之后，紫色雷霆又不断的从四面八方涌现，石峰那具残破的肉身。 不久后便被重新出现的紫色雷海吞噬。久久之后，盘膝坐于神海中的石峰，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这一刻，一股绝强的气势从他的身上猛然升起，仿如一头绝世凶兽苏醒。就连周身的紫色雷海，都因为他此刻身上的气势而狂猛涌动起来。八星半神，好，终于步入了八星半神之境了。感受着自己此刻的全身之力。 感受着自己此刻的状况，石峰咧嘴一笑，说道：“他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如今步入八星半神之境的自己又变强了。此时此刻，他很有自信，就算不施展雷霆战神诀，就算不动用真神之气，都可与一位真神强者一战。如今的他，境界虽然未步入真神之境，但却拥有了真神级别的绝世战力。”接着，石峰心念一动。 只见一道妖异的血光从他的身上闪耀而起，那一件由玄光古文字凝聚而成的暗黑战甲重新出现在了他的身上。走了。这时，石峰又是一声低喝，盘膝坐于神雷海中的暗黑身影，旋即一个闪动，消失在了这片神雷海中，瞬间远去。如今既然步入了八星半神境，这片雷神圣地的事差不多都已了结，是该继续启程了。 第一千九百四十五章古恶山圣主，雷神圣地前几日可是出大事了。发生于雷神圣地的事，瞬间席卷向四面八方，往整个莽荒大陆扩散。我知道，听闻那位九幽魔主往雷神圣地走了一趟。嗯，没有错，九幽魔主石峰自那雷神圣地走了一趟后，死伤无数。听说就连圣主雷藏与他们雷神圣地的五位步入绝世之境的太上长老。 如今都生死不知，我更有听说，这雷神圣地还出了未隐世的强者，可是步入了远古传说的真神之境，结果就连那位真神强者都死在了石峰的手中啊！真神强者死在石峰手上了吗？我可是听说，这真神强者只是败于石峰手中了，并没有死。这石峰竟然连真神强者都可打败，这也实在是太逆天了吧！ 据我得到的可信消息，听闻那一位真神强者是一位扫地的老者，而石峰之所以去那雷神圣地走了一趟，就是为了那位扫地老者。传闻他们曾经相爱过，石峰与那扫地老人相爱，这这竟然还有这事！听说此事可信度很高，据那可信的消息，九幽魔主石峰曾经其实是一个弃婴，是那位扫地老人将他捡到。 然后亲自将他抚养长大，传授他绝世功法及绝世战绩，差不多已将此生的一切绝学都传授给了他。可以说，石峰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乃是因为那位扫地老人。我们言归正传，随着石峰日渐长大，从婴孩变成了一位懂事的少年，他逐渐的发现，他内心深处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位养他、叫他的扫地老人。终有一日。 石峰实在无法控制住心中的那份情爱，鼓起了勇气向他的这位义父表白。结果，他的这位义父也如实的告诉了石峰，他其实在捡到他石峰的那一刻，便也已经爱上了他。捡到石峰的那一刻，便爱上了他。那个时候，石峰不是只是一个婴孩吗？有些真爱便是如此吧。当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便会觉得他就是自己这辈子想要寻找、等待的那个人。 不管他是婴孩还是老人，终于石峰便与他的义父扫地老人幸福地拥在一起。对于来说，那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有一天，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扫地老人突然抛下了石峰，离开哪里？自扫地老人离开后，便一直没有回去过。于是，石峰便毅然决然踏上了寻找他的所爱——扫地老人的路。沙古恶山圣女。 杀太阳、月亮、星辰三神教传人，轰韩为一手拜天下第一天骄王成，遭受各大古老势力追杀再反杀，全是石峰在寻找扫地老人的路上发生。后来石峰进入了罪恶深渊，杀罪恶三魔主，拜十大魔将，终于得知了扫地老人的去向。于是石峰便直接从罪恶深渊赶往了雷神圣地，去找他的义父，找他的爱人，找那位扫地老人。 这么说的话，这些时日在我们莽荒大陆发生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全是因为这位扫地老人。嗯，可以这么说，爱情真是可以让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呐！莽荒大陆北荒古恶山雷神圣地不再存在的消息，自然也传入到了古恶山中。这几日，古恶山一直不平静。石峰这个名字，没有人比他们古恶山的人还熟悉。他们没有想到。 如今这位已经逆天到了这等地步，如今与他们同在北荒的雷神圣地，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得罪了这位，如今已经沦陷。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自己古恶山了？这些日子以来，古恶山之人一个个皆是提心吊胆，仿佛那个魔头即将杀来。压抑沉闷的气氛已经在古恶山所在的这大片疆域弥漫开。古恶山。 一座巨大无比的金色大山直冲苍穹，仿佛与天地相连。此时此刻，古恶山山巅之上，白雾滚滚，白雾之中，十簇道散发着绝世气息的身影在其间若隐若现。这时簇人皆是古恶山实力最强、身份最高之人。一位身穿金色战袍的白发老者，乃是这时簇人中气势最盛的一位。他便是当代的古恶山圣主古泽。此时此刻。 古泽威严肃穆的老脸之上，却是浮现了一抹担忧，眉头紧皱，对着其他古恶山强者们开口说道：“这几日，我的感觉已经越来越强烈，我们古恶山应该真的将有大难来临了。这”这圣主，当古泽说着这番话后，在场的诸位强者脸色立时一变。对于圣主古泽的直觉，没有人会怀疑。古泽天生武道直觉敏锐。 这在他们古恶山已是公开的秘密。无数年以来，古泽那神秘敏锐的武道直觉还未出过错。他古泽已越来越强烈地感应到古恶山将有大难来临，那就真的要有大难来临了。莫非那的魔头在灭了雷神圣地之后，真的要找上我们古恶山了啊？这时，一位中年强者开口说：“跟着。”他又说道：“哎，早知如此，我们当初就不应该去招惹这个妖孽啊！” 古烟啊，古烟，他好好的去招惹那个妖孽干嘛啊？不但他自己找死了，如今还要害的我们。这位中年强者乃是古恶山六大长老之一的五长老古且。在古恶山，除了太上长老那等辈分之高的老古董外，这六大长老的地位仅次于古恶山圣主的存在。当五长老古且说完那番话后，目光有意无意地瞥向了古恶山太上长老之一的古七，古七。 也就是当初在荒漠谷境地追杀石峰的那位古恶山强者，上一任圣女古烟，正是出自于他这一脉。从辈分上，他的古烟的太叔公。当古且话语响起的那一刻，古七可以很明显的感应到，好几道目光此时此刻皆集聚向了自己。当初那个石峰还是个不足为道的小人物时，他们对于古烟那事，对于自己当初追杀石峰那事，根本没有多大在意。 反而此刻站在这里的不少人，当时觉得那个石峰确实挑衅了古恶山的威严，理应将他活捉带回古恶山接受审判。而如今，这时峰竟摇身一变，成为了莽荒大陆最恐怖的存在。结果，这些人全都怪起了死去圣女古烟以及追杀过石峰的自己。这些时日，古七更是清楚，自己这一脉的那些晚辈们，也时常遭到嘲讽、责怪，甚至是压制。 在那些人的心中，仿佛他们这一脉乃是古恶山的罪人一般。第一千九百四十六章惊现九幽冥宫，感受着那一道道异样的目光，太上长老古七的老脸已变得异常难看。他古七以前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那个半年之前还被他们追杀的石峰，那个时候谁知道他会变成今日的九幽魔主？那个妖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哎。 古七在心中暗暗说着，说到最后之时，他在心中深深一叹：“古恶山的浩劫真的要来临了吗？古恶山难道真的要因为我古七这一脉而毁灭吗？我古七将要成为古恶山的罪人吗？你们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难道古恶山就这样毁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吗？这样的话，我真是不甘心啊！” 古恶山的另一位太上长老古院开口说道：“可我们还能怎么办？雷神圣地可是出了位真神强者，结果都败在了他石峰的手中。我们古恶山拿什么跟这魔头抗衡？”古恶山三长老说：“如今他们古恶山最强的手段便是真神器，以及一座远古流传下来的大阵——古恶大阵。可这些还不及那一位真神强者。” 更比不上一位掌控真神器战斗的真神强者扫地老人，哎，真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的罪这个魔头啊！古烟他可真是该死啊！我们古恶山竟选了如此圣女，真是天要亡我古恶山啊！发出这道悲痛之声的，乃是古恶山的大长老古远。当古远喊出这番话的时候，双目不善地瞥向了那位太上长老古希。哼，听到这些人的话。 听到这古远的悲痛呐喊，又感应到他古远不善的目光，古七发出了一道冷冷的哼声。事到如今，这些人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古七在心中冷冷说：“好了，都不必再说了。”这时，古恶山圣主古泽终于发出了一道冷喝，打断了这些话语。跟着，只听他在而开口说：“现在再说这些已然没用，我们该好好想想，到底如何面对那个魔头到来吧。” 我们古恶山根本不是那个魔头的对手，还能怎么面对？要么留下来与这魔头全力一战，最终被他杀死；要么现在就逃；要么跪下祈求他饶命。那位中年强者武长老道：“哎。”当听到武长老这道话语，除了古七与圣主古泽之外，其他人皆在这一刻叹了一叹，好像也确实只能如此了。不过听说那魔头心狠手辣，就是跪下来向他祈求。 他都不一定会饶人性命。北荒古黎城，古黎城中心一座无比巨大、广阔的空间祭坛上，忽然落下一道庞大的金色光柱，令得祭坛，令得这片区域的大地产生了狂烈震颤。紧跟着，只见从天而降的金色光柱猛然溃散，一波足有千人的人群显现在了广阔的空间祭坛，全部人按照秩序走下祭坛。这时，只听一道呼喊响彻而起。 正是古离城守护祭坛的守卫在维护秩序。跟着，只见这千人人群从八个方向走下这座空间祭坛。人群之中有三人随着人流在行走着，正是石峰、青岩、老头。随着人群走动，老头这时突然开口对身旁的石峰说：“博主，古离城已到。这座古离城属于古江大域，古江大域之大，超出我们先前进入的那个五域腰地三倍。” 而这大片古江大域，乃是古恶山的领地。先前石峰早对老头说过，既然来到了这北荒，便去古恶山走上一趟。如今到达了这古恶山领地古黎城，老头旋即对石峰说：“哦。”听到老头的话语，听到“古恶山”这三个字，石峰面色一动，咧嘴一笑，道：“已经进入古恶山领地范围了吗？”“是的，我主。”听到石峰出声。 老头旋即又躬身回答，跟着只听石峰在而开口说：“嗯，那就随本魔主去这古恶山走上一趟吧。既然如今进入这古恶山领地，古恶山的那笔账自然该去算一算。古恶山圣女已经在冰雪荒城惨死于自己之手，石峰的脑海之中旋即浮现了当初荒漠古境地追杀自己的那个古恶山老头。” 看看，等自己降临古恶山后，他们还有什么话对自己要说？古黎城有两座空间传送祭坛，一座便是石峰三人先前降落的那一座，而那座空间传送祭坛专门用来接收他城传送而来的武者；而另一座传送祭坛专门传送之用。此时此刻，石峰三人正往那一座空间传送祭坛走去。给我站住！不过就在这时。 忽然有一道苍老威严的喝声在上空响彻而起，当人们听到那道声音之后，纷纷抬头望了上去。只见一道身穿白色衣袍的老者正悬浮于苍穹之上，刚才那道喝声便是从这位老者的嘴中发出。他他是谁？竟然敢飞在我们古黎城上空？不过此人的气息好强，不不知道啊。这位老者气度不凡。 而且敢悬浮在古黎城上空，来历定然不简单吧？嗯，应该是了。人们虽然不认识那个老头，不过从他的气度上，已然觉得这应该是一位有资格飞在古黎城上空的存在。随着那个白袍老者的出现，石峰的注意力也集聚在了他的身上。这是一位武道境界步入了八星半神境的强者，来历自然不简单。而紧接着。 只见这位老头的身形旋即一个闪动，瞬移俯冲而下，俯冲向了他斜下方的那片密集人群。随着那位老头的急速瞬移，很多人已经看不到了他的身形。不过石峰的视线还是凝视着他。白袍老者此刻右手长爪，仿如雄鹰下冲一般，抓向了那片人群。紧跟着，石峰的双目凝视在了在人群之中奔逃的一道紫色倩影之上。 那是一位在奔逃的紫衣少女，笑脸之上布满了惊慌之容。啊！紧跟着一道娇呼从她的嘴中发出，这时全身之力不由自主地暗自运转起，像是要做殊死一搏。不过就在这一刻，注意力集聚于那位紫衣女子身上的石峰，仿佛突然感应到了什么，面容旋即一变，一声惊呼：“九幽冥宫，第一千九百四十七章暗中强者。” 九幽冥功乃是他九幽大帝亲自所创，所以他绝对不会看错。前方那个紫衣女子此时此刻所散发出的极阴极寒气息，正是修炼了自己的九幽冥功。没有想到，在莽荒大陆竟有人修炼九幽冥功，容不得时风不惊。此时此刻，那位紫衣少女已经猛然转身，右手成长，闪耀起一道森白色寒光，朝着斜上方抓下的一爪猛然轰去。哼！ 见到那个少女胆敢在自己面前反抗，白袍老者发出了一道冷哼，老脸之上布满了不屑的冷笑。自己可是八星半神境的强者，下方那个女人不过是一只三星半神境的蝼蚁，可轻易捏死。不过眼看一爪一掌即将碰触于一起之际，老者忽然感应到一股绝世之力猛然轰在了自己的手爪上，老脸立即发生了猛然大变，紧接着。 爪羽掌还是没有轰击在一起，可是老者却发出了一道痛苦的呻吟，然后他的身形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狂猛的倒飞了出去。怎？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这位女子竟将这位气势浑厚的老者给轰飞，她到底达到了何等境界？那位白袍老者在古黎城破空，本就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对象，刚才他瞬移消失后又出现。 可是刚刚出现，就在那位紫衣女子的一掌被轰飞，人们的脸面旋即出现了几度惊然之容，发出了阵阵惊呼。仅仅这一瞬间，周围的人群都在这紫衣女子的一掌下被震折住了，一道道身形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原本密集的人群，旋即给这紫衣女子留出了一片空间，一个无人的大圆圈。此时此刻，就连紫衣女子俏脸白皙的面容。 都布满了惊然之容，就连他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跟着他不想那么多，不敢再继续逗留此地，郊区旋即一个转动，继续往前方奔逃，先离开这里再说。而他不是那个白袍老头，他可不敢在这股离城破空。前方的人群见到这位紫衣少女奔跑而来，纷纷往两边分开，一条人道旋即出现。而与此同时， 在虚空狂猛飞退的白袍老头身形在这一刻猛然一顿，强行顿止住了倒飞的身形。这时，白袍老头的老脸布上了一抹忌惮，他已然知道刚才有一位绝世强者在暗中出手。这时，白袍老头双手抱拳，高举脑袋右边，高声道：“谁？刚才是哪位出手，阻我天荒圣地行事？天荒圣地，原来他是天荒圣地的人。天荒圣地。” 天荒圣地。当听到“天荒圣地”四字时，古离城中旋即响起了阵阵惊呼。这下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这位老者敢在古离城破空飞行。原来他是天荒圣地的人。当这位白袍老者报出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老脸上出现的忌惮旋即消失，恢复了那抹威严，露出了傲然。在他认为，先前有人敢暗中出手阻扰自己行事。 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乃是天荒圣地的人，如今爆出身份之后，他还敢？天荒圣地人群之中，当时峰听到“天荒圣地”四个字的时候，面色又是一动。在雷神圣地的时候，扫地老人将自己的九幽冥宫错认成了这天荒圣地的天荒神功，而如今一位被天荒圣地追杀的少女，修炼的是九幽冥宫。天荒圣地，他是他。 原来是他，原来是他啊！这时，一道惊然呼声从石峰身旁的老头嘴中响起。从这老头的表情及话语中，他应该认出了那位白袍老者，他应该认识他。跟着，只见老头在人开口，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不见，变化已是如此之大。他如今的境界，竟然已在我之上了。白袍老者报出身份之后，已然不再管其他。 悬浮虚空的身形再而狂猛移动，再度往前方人群急速顺闪而去。紫衣少女还在急速奔逃，穿梭人群之中。但就在这时，那位急速俯下的白袍老者再次到来。这一次，他还是右手长爪往那道紫色倩影抓下，面容之上露出了凶光。啊！感应到上方的狂猛气势冲来，紫衣少女又发出了一道娇呼。无奈之下。 他只能在一次运转全身之力抵抗，不过就在一刻，只听一道年轻的声音突然在这两人的脑海中同时回响起：“你二人就此住手，都跟我走一趟，我有话问你们。”声音淡然，语气却好似命令一般强硬，令人不得抗拒。听到这道声音，那位紫衣少女与白袍老者的脸色同时一变。只见这白袍老者旋即发出一道冷喝：“谁？” 是谁？他乃天荒圣地的人，竟有人如此对他说话，他立时觉得不爽起来。以他的身份，走到哪不受人尊敬？不爽之下，这白袍老者根本不去理会，手爪继续朝着那位紫衣少女狂猛抓下。而那紫衣少女也如先前一样，右手再一次成长，朝上推出。哼！身处人群之中性走的石峰，见到那两人竟然完全不理会自己。 发出了一道不悦的冷哼之声，跟着石峰开口对身旁的老头说：“你过去将这两人抓来，我去那边的酒楼一坐。”这条大道的左边有一座看似古朴的酒楼，酒楼的大门口上方挂着一个破旧的牌匾，上面书写着“古离楼”三个龙飞凤舞、古老的三个大字。属下遵命。听到石峰这话，老头都没有片刻犹豫，旋即躬身应道。 那位白袍老者虽然在八星半神之境，但是如今的老头有自信与他一战，他也正渴望与他一战。而紧跟着，老头便发现身旁的那一位忽然消失在了他的身旁。不仅他消失了，就连他身边的那位青姑娘也被他带着离开了人群，应该已往那座古离楼去了。老头缓缓转头，目光再一次望向了那位俯冲人群的白袍老者。不过紧接着。 老头忽然见到那道白袍身影猛然一震，老脸之上显露出了痛苦之容，仿佛正遭受了一股强烈力量的撞击。也不仅是他，就连那位紫衣女子娇躯也是跟着一震。老头明白了，那位也没打算让自己过去与那人一战，浪费时间。他已再次暗中出手，镇压了这两人。第一千九百四十八章有故事的老头。紧跟着，老头的身形。 也在这片人群之中高调地飞天而起。他老头如今有那位撑腰，可更不会管这古离城的什么常规。他天荒圣地的人都敢在古离城破空，自己可是九幽魔主的属下，自己可是在为九幽魔主行事。那什么古离城城主若是不识相的话，拿那位的话来说，这古离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又又有人在古离城破空了，是。 是啊，不知道这位又是什么来头？难道也是天荒圣地的强者不成？这位老者虽然穿着简朴，但是给我感觉同样不简单，来历定然也不简单。废话，谁不知道不简单啊？不然的话，他哪里敢在这古离城破空啊？当老头一冲入虚空之时，古离城中又响起了阵阵惊呼。紧接着，老头的身形转瞬闪,闪到了那位白袍老者的身旁。 右爪探出，一把抓在了那位白袍老者的衣领上，没有丝毫的反抗，也根本没有力量反抗之力。那位白袍老者便被老头抓入到了手中。接着，老头身形又是一动，左手往下方人群探去，那位紫衣少女也被他一手抓中。跟着，老头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抓着这两位往古离楼冲飞而去。这这两个人都被这位老者抓走了。 那个老者报出身份，可是天荒圣地的人呐、啊！这位老者竟然还敢如此无礼地将他抓走。老头此刻抓天荒圣地那个老者的动作很是粗鲁，仿佛根本没有将他什么天荒圣地给放在眼中。相比之下，那位紫衣少女看上去好多了，因为老头知道那位先前出手，可是因为这位紫衣少女，这女的长得确实还不错，挺水灵的，所以老头觉得。 或许是那一位看上去他了，也说不定，情况不明了下，下自己的小心对待才行。古离城之上极高的虚空处，城主大人，那个人可是自称天荒圣地之人，结果却被另一位神秘老者给抓走了。我们该如何去做？毕竟天荒圣地这位可是在我们古离城被人抓啊。我们不用理会那个人，既然知道这位是天荒圣地的人，竟然还敢出手抓他。 证明他的来历更加的不简单，这种事我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原本如此，属下明白城主大人英明，古离城因为这一位英明的城主而就此逃过了一场大劫。老头抓着那两个人冲入古离楼后，便听到了那道年轻的声音传来：“二楼，地字房。”听到那道声音，老头旋即不敢怠慢，再而急速往这古离楼的二楼冲去。 先前发生外面的动静，也早就惊动了这古离楼。此刻见到这位抓着天荒圣地老者的老头冲入古离楼，无人胆敢阻拦这位的去路，纷纷避让。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可知我的身份？这时，被老头抓在手中的老者发出怒然大喝，对着老头喝道：“对于这位天荒圣地的老者来说，抓住自己的这位神秘老头，境界看上去虽然只在七星半神境。” 但应该是隐藏了他真实的强大境界。他两次暗中出手，自己都根本无法抵抗。他应该是一位九星半神境的绝世存在。但他尽管是一位九星半神，但是白袍老者依旧没有将他放在眼中。最主要的原因，自己可是出自名震天下的天荒圣地。听到那道喝声，只见老头突然咧嘴，露出了一抹冷笑，冷然说道：“老夫自然知道你是谁。” 天荒圣地，崖身，你你你竟然知道老夫的名字！当听到老头的话语之际，白袍老者旋即又是一惊，直接惊呼出声。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秘人是为自己而来了？你到底是谁？抓老夫到底有何企图？这时，白袍老者又对抓着自己的老头喝问出声。这两人的对话，自然而然地也传入到那位紫衣少女的耳中。 紫衣少女的俏脸之上，双眉轻拧。从刚才到现在，便一直没有开口说什么，也不知道此刻的她到底在心中想些什么。这时，老头的脸上依旧保持着那抹冷笑，冷然道：“崖深，这么多年不见，难道你真的不认识老夫了？如今的你在天荒圣地，想必是越混越好了吧？怎么，贵人多忘事？难道已经将老夫给彻底忘记了？你？” 你你听到老头的话语，这位叫延生的老者老脸又是一变，跟着他很仔细的凝视向老头的面容，逐渐地，只见他的老脸渐渐地在而有了变化，在跟着变得越来越惊讶，而就在这一刻发生了猛然大变，仿佛见鬼了一般。你是你，真的是你，你你竟然还没有死，你怎么还没有死？这时。 崖深发出了极度震惊的大呼，语气之中满是难以置信。哈哈哈,哈！老头大笑了起来，大笑道：“崖深，你没有想到老夫竟然还活在这个世上吧？当年你跟那个贱人可是处心积虑地想置老夫于死地，你们所做的那些事都栽赃嫁祸在老夫的身上，结果天荒圣地对老夫下达了杀令。那个时候，老夫可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不。” 不对，你应该死了才对，你应该已经死了啊！你怎么可能还活着？这时，牙神又猛然想起了什么，再次惊然大呼：“呵呵，你是说当年天荒圣地的那几位将老夫的尸体带回去了是吧？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都以为那是老夫的尸体，都以为老夫已经死了，其实那不过是老夫的瞒天过海之计，老夫骗过了你们所有人。” 老夫根本就没有死，这些年来老夫一直活得好好的，哈哈哈哈哈哈！当越说到最后，老头越是开心的大笑起来。原来老头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就在这时，老头抓着这两个人的身形一顿，停在了一间房门之前。这房门之上标着“地字号”三字。我主，这两人属下已经带到。这时，老头躬声开口。 对里面的人说道：“引号点带进来吧。”紧接着，房间中传出了一道年轻淡然的声音：“第一九四九章，又是天荒神功，带进来吧。”门外被老头抓在手中的两人，当听到屋内响起了那道声音之后，突然又是一惊。这道声音不就是先前在脑海中响起的声音？“是，我主。”跟着，老头又是躬声应道。与此同时。 只见他前方的房门正在缓缓地自动敞开，老头抓着那两个人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干净明亮的厢房，石峰身穿一袭白衣，坐于主位之上，手中有个茶杯，正在悠悠品着茶。而青岩没有入座，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望着进入房间的老头三人。老人进来后，他们身后的房门自动缓缓关上，跟着老头随手一扔。 我那位身穿白色衣袍的天荒圣地老者扔在了身前的地面，然后将左手的那位紫衣少女轻轻地放了下去。老者与少女在老头手中体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不过，就算粗暴落地，对于步入八星半神境界的老者来说，根本感觉不到丝毫痛楚，只是姿势不太好看而已。白袍老者身形趴在地面，缓缓抬头望向了那位白衣男子，心中一惊。 这人年纪轻轻，武道境界竟然是他看不透的存在。不过，接着这白袍老者便释然了，心中暗道：“以这位的气度，来历一定不简单，应该是他身上有宝物在身，隐藏了他的修为。”这个白袍老者来生还真的猜对了。石峰如今的武道境界虽然跟他一样，在八星半神之境，可他身上如今可是有四件真神战器，隐藏武道境界只需心念一动间。 此时此刻，别说这个白袍老者了，就是九星半神境的绝世强者，在他面前都根本无法看透他的真实之境，除非同扫地老人这样步入真神的存在才可以。另一位紫衣少女没说什么，站在哪里，出乎意料地平静，恬静白皙的面容，像是在静静打量着身前的这位白衣青年。这时，天荒圣地的那位白袍老者。 已然知晓前方的那位才是正主，开口问道：“不知阁下让在下来此，到底所为何事？”将这两人带入这间厢房之后，老头便也没有再做什么，再说什么，静静地站到了一旁。老头活了这么多年，自然很清楚如今的自己该怎么做。昔日恩怨，还是等着未办完他的正事再说。听到那位白袍老者的话语，石峰轻轻悠闲地将手中的茶杯。 放于身旁的茶几之上，目光却望向了那位恬静的紫衣少女，开口说：“我问你，你修炼的九幽冥功到底是何人传授？修炼九幽冥功者，也只有他九幽一脉，也就是他九幽大帝的徒子徒孙们。”见到这位修炼九幽冥宫的紫衣女子，石峰想到了几种可能：她或许是天恒大陆的人，也正是自己的一位徒孙，与自己当初一样。 误入这莽荒大陆，还有可能乃自己其他几位徒弟徒孙进入这莽荒大陆，收他为徒，将九幽冥宫传授于他。想到这个可能，石峰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那位失踪，自己又在莽荒大陆发现他曾经使用兵器的弟子冷傲月。九幽冥宫听到石峰的话语，听到那陌生的四个字，那位紫衣少女的俏脸上露出了一抹茫然。 对于他来说，他根本就没有修炼过神马九幽冥功，又如何回答他何人传授？嗯，见到这位女子脸上的茫然之容，石峰面色微微一动，她这模样仿佛是没有听说过自己的九幽冥功。从这，石峰可以排除先前的一个可能，这位女子应该不是来自于天恒大陆的九幽一脉传人。跟着，石峰在心中暗暗说道：莫非是先前传他功法者？ 并未告诉他此功法叫做九幽冥功。这些念头在石峰的脑海之中瞬闪而过。他在而开口问：“你所修的功法到底是何人传授于你？”听到石峰这话，紫衣少女的面容在而一动。她此生修炼了两套功法，一套乃是天荒圣地所传的荒裂神诀，另一套乃是……紫衣少女一时间没有回答。不过那位天荒圣地的白袍老者。 仿佛从石峰的话中听出了什么。这时，他趴于地面的身躯已经爬起，开口对石峰说：“这位，他所修炼的功法，已为我们天荒圣地普通弟子所修的荒炼神诀。第二套功法，乃是我们天荒圣地只有圣主与圣子才有资格修炼的天荒神功。荒炼神诀，天荒神功。”又是这天荒神功，石峰心中为惊。这名紫衣少女先前所散发出的气息。 他所修的功法，明明是修炼了自己亲自所创的九幽冥功，打什么荒炼神诀与天荒神功？这时，石峰以命令般的口吻开口，对那紫衣少女说道：“你将那天荒神功配上口诀与心法，现在就演练一遍。这”这听到石峰这道话语，紫衣少女俏脸又跟着一动，而那天荒圣地的白袍老者老脸发生了猛然大变，旋即开口对石峰说道。 此事万万不可！这位，我刚才跟您说了，天荒神功只有我们天荒圣地的圣主与圣子才能修炼。这个贱人正是偷练了天荒神功，老朽要抓他回我天荒圣地严惩。而就在这位白袍老者话语响起的那一刻，站立一旁的老者旋即喝道：“哑身，你放肆！我主问你话了吗？”身为曾经的天荒圣地弟子，老头听到这女人竟然修炼天荒神功。 也是一惊，他自然明白天荒神功在天荒圣地意味着什么。不过他转念一想，在如今的这位面前，什么天荒圣地，什么天荒神功，又算得了什么？听到老头的喝声，白袍老者又望向了他，蓦然开口：“阮物你……哼！”而就在这时，只听一道年轻冰冷的哼声突然响起，跟着只见石峰在而缓缓开口说：“我让演变。” 便即可演练，阻碍者不遵从者死，死，死，死。这个字在这厢房之中久久回响而起。而听到这个“死”字的白袍老者与紫衣少女，只觉这一瞬间，一股冰冷的寒意遍布全身，身躯都不由自主地一颤。第一千九百五十章功法的来历。当感受遍布浑身的冰冷寒意之际，老者严深的老脸又是猛然一变。 从刚才到现在，他一直认为前方这位年轻人的身份不简单。不过，任他身份不凡，武道天赋出众，如此年龄，武道境界最多也只在四星半神、五星半神差不多了吧？但是却没有想到，身为八星半神的自己，竟然在他一道冰冷的话语下而不由自主地打颤。他如此年轻，到底达到了何等境界？矮身老脸满是忌惮地在心中说道。 而这时，他已不敢再在他的面前开口阻止。而那位紫衣少女依旧没有开口说什么，依旧望着前方的这位白衣男子。他偷练天荒神功，本就是犯了天荒圣地的死罪。而此刻，他若在这里当众演练天荒神功的话，那就是罪上加罪。若真被抓回天荒圣地，将不会只是死那么简单。他将遭受生不如死的折磨，或许灭杀他的肉身。 但留下他的魂魄，让他永生永世都在无尽的痛苦折磨而永不超生。身为天荒圣地的弟子，他很明白天荒圣地执法堂里的那些恐怖手段，但是此时此刻，他却更有种很清晰的感觉：自己若再不遵从这位的命令，自己若再不在他面前演练天荒神功的话，那么那个冰冷的死字将即刻在自己身上降临。 这些念头在他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跟着这位紫衣少女便不再犹豫，双手旋即缔结一道玄奥的手印。当见到这道手印之际，石峰双目忽地一睁，跟着一道口诀从这位紫衣女子的口中念出：“感天应地，聚天地极阴之力，幽泉九重明。”好了，停。当石峰听到这位紫衣少女念出的口诀，旋即喊住了停。这一刻。 他的面色确实看上去有些复杂。刚才他所缔结的那道手印，正是九幽冥宫的手印，而他口中吐出的口诀，也正是九幽冥宫自己当年感天应地亲自所创的口诀，一字不错。这什么天荒神功？这明明就是自己亲自所创的九幽冥宫。此时此刻，那少女的手印已经撤去，口诀已经停下，不过还有一股股极阴之力。 正从四面八方朝着这里奔涌而来，说：“这道功法，你到底从何习得？”这时，石峰在而对着那位紫衣少女冷然一喝，一股冰冷无上的威压瞬间将她笼罩。先前那股袭便浑身的冰冷杀意才退去没有多久，紫衣少女便又感受到了这冰冷的威压。这一刻，只见她的娇躯已颤抖地越来越剧烈，她有股很清晰的感觉。 仿佛自己即将要死掉一般，在这位的面前，在这股无上威压之下，自己就是一只可随手捏死的蝼蚁。这天荒神功乃是我姐姐自尽之前交于我，他他他在那个夜晚遭受了冷曦那个畜生的玷污，当时趁那畜生熟睡的时候，从他储物骨戒内偷了这天荒神功的卷轴。紫衣少女对石峰回道。当他说着这番话时。 整个人顿时看上去已变得无比的激动、大胆。而当听到紫衣少女这话，那位白袍老者言身，旋即对他大喝出声：“贱人，你竟敢在外人面前恶意造谣，毁坏圣子名声，理应当诛！”听到崖身的喝声，这位先前看上去一片恬静的紫衣少女，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冲着崖身娇喝回道：“我没有造谣，冷心那个畜生！” 确实仗着他圣子的身份玷污了我的姐姐，我姐姐就是被他这个畜生害死的。见到这个女人竟然还敢顶嘴，崖身又是一喝：“你贱人，哼！明明是你们姐妹两人以不光明的卑鄙手段，将圣子引入了一座凶险的远古沙阵，趁圣子凶险之际盗走了他的储物古戒，偷练了天荒神功。”你胡说！紫衣少女旋即又对这崖身争辩。 俏丽之上也已经布满怒气，自己的亲姐姐遭受侮辱，而自尽，他们竟如此来污蔑姐姐与自己。而就在这两人还要继续争辩下去之时，那一道年轻冰冷的声音再而响起：“够了！”随着这道年轻冰冷的声音，紫衣女子与言身的身躯同时一颤，跟着这两人又不再言语。刚才吵闹的厢房即刻又安静了下来。而对于这些是非， 石峰懒得去理会，目光还是停在那位紫衣少女白皙俏丽的脸上，再次以一股不容抗拒的口吻说：“将你所说的那道天荒神功交给我。”听到石峰这话，紫衣少女没有再犹豫，右手一翻，一道古老的卷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道古老的卷轴一看便觉得有不少年头。他虽为天荒圣地的弟子，但是圣子冷曦对他姐姐做了那种不要脸的事。 而将他姐姐给逼死。潜意识里，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不是天荒圣地的人，所以这天荒神功对于他来说，只是一部高等级的功法而已。你，白袍老者摇身本来想阻止他将卷轴交出，不过又猛然想起那位的可怕，旋即打消了那个念头。就算效忠天荒圣地，也是自己的性命最重要。右手微微一动，紧接着，紫衣少女手中的古老卷轴。 朝着坐于首位的石峰飘飞而去，石峰轻轻一抬手，便将那道飘飞而来的卷轴给抓入到了手中。拿下低头一看，古老的卷轴之上刻录着“天荒神宫”四个古老的大字。紧接着，石峰心念一动，灵魂之力往这卷轴一扫，一个个古老的文字不断的浮现在了他的脑海。“天荒神宫，九幽冥宫，我的九幽冥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莽荒大陆？” 还被这天荒圣地改名为了天荒神宫，这是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标着“天荒神宫”四字的古老卷轴内记载着的正是他九幽大帝亲自所创的九幽冥宫。难怪当时在雷神圣地之时，自己施展九幽冥宫吞噬死亡之力，那个扫地老人误以为自己乃是这天荒圣地的人，一时间，石峰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九幽冥宫为何成为了他天荒圣地的天荒神宫？跟着石峰的目光在而扫向了那位紫衣少女，那位白袍老者身，延伸甚至是曾经为天荒圣地弟子的老头，在而冷然开口问他们道：“这所谓的天荒神宫到底是何人所传？”第一九五一张废宫这所谓的天荒神宫到底是何人所传？听到石峰这道冷然的话语。 那位白袍老头言身满脸认真地开口说：“天荒神功乃我天荒圣地开山祖师天荒圣祖所创，代代相传。”胡言乱语！听到那个言身的话，石峰冷声一喝，跟着他转过头望向老头，问：“你以前可知这天荒神功？”知道。老头旋即躬身回禀道：“属下曾为天荒圣地弟子，这天荒神功自然知晓。可属下所知。” 与刚才崖身所说基本吻合，基本吻合。石峰嘴中轻轻念叨着这四个字：“这个老头不会骗自己，他没有胆子骗自己，也没有必要骗自己。”这个天荒神功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一时间，石峰还是无法想通。天荒圣地，存在莽荒大陆已有无处岁月的一个古老圣地，而他的开山祖师天荒圣祖，更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自己亲自所创的九幽明宫。 怎么是他所创传下？又是这个天荒圣地？池峰再次暗暗心澜，自己此行的目的地本就是这个天荒圣地，与那神战大陆有关的天荒祖师，结果自己还没到哪里，便出了这天荒神宫。这是从这几人口中看来，也得不出什么准确的消息了。待我到时候去那天荒圣地，再好好盘查。池峰又道。 跟着目光在而扫向了跟天荒圣地有关的那三人，最终落在了那位紫衣少女的身上。当感受到此人目光凝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紫衣少女心神忽地不由自主地一颤。接着，只听那位开口：“这道功法，由于你未经我允许而修炼，我必须废除。”废除。听到那话，紫衣少女猛然一惊。九幽冥功乃他九幽大帝所创，传下九幽一脉众弟子。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修炼，就像那个天荒圣地，石峰会去弄清楚他们九幽冥宫的来路。擅自修炼了九幽冥宫者，都会废除。你那位紫衣少女对石峰吐出“你”字之际，石峰已经右手中指屈指，然后一弹，一道森白色印记从他指尖弹出，瞬息之间便飞射入了那位紫衣少女的眉心。少女旋即感觉一股冰冷的寒意。 仿如要冻结自己的灵魂，这时那方的石峰再而开口说道：“原本废除此功法最直接干脆的方法，便是让你魂飞魄散。不过我念你是个苦命之人，便在你的灵魂之中种下封印。在这道封印之下，你的念头若浮现那道功法法诀，便将头痛欲裂，严重时可令你灵魂破灭。从今往后，只要你念头之中不要再出现那道功法。” 便将相安无事。啊！当时风话音刚刚落下之时，那位紫衣女子突然发出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俏脸白皙的面容上已浮现了极度痛苦之容，双手猛地按住脑袋。从她这惨叫声以及这副模样，一看便知她此刻正遭受着极度痛苦的折磨。看来她没信时风的话，脑中浮现了那天荒神宫，体验了一下这头痛欲裂之感。 不过这副痛苦的模样来得快去的也快，紧跟着紫衣少女便停下了惨叫，痛苦之容也从她的俏脸上褪去。不过此时此刻，她的脸上还是带着一抹忌惮之容。就在刚才，她不仅仅只有愈烈的头痛，而是这颗脑袋真的要即将爆裂开。如果她继续去想那天荒神功法诀的话，池风还是望着那位紫衣少女，在自己那道九幽冥印之下。 从今往后，他自然无法再继续修炼运转九幽冥功，更不能将九幽冥功传授他人。否则的话，他将真如自己先前警告的那般，灵魂破灭。有了先前的教训，紫衣少女自然不敢再动心思。而紧接着，她白皙俏脸之上的忌惮消失，逐渐浮现了一抹失落悲伤。这天荒神功可以说是姐姐用自己的性命换来，而修炼此神功。 也是自己为姐姐报仇的唯一信念，但如今自己确实不能修炼了。紫衣少女不知道，今后不能修炼这天荒神功，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杀了冷溪那个畜生，为姐姐报仇？或许这辈子都没希望了。石峰自然也看到了出现这位少女脸上的哀愁，不过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九幽冥宫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修炼。跟着石峰再而开口对他说。 这里已没你的事，你走吧，告辞。尽管心中充斥着无奈与悲伤，紫衣少女还是对着前方的那位轻声开口。跟着，只见这道紫色倩影一个闪动，旋即闪出了这间厢房。厢房因紫衣女子离去而敞开的房门，旋即便又轻轻地关闭了回去。紧接着，这间明亮的厢房又陷入了沉静之中。石峰没有再说话，也没有人胆敢出声。而这时， 老头与天荒圣地的老者崖身，眉头微皱而起，望着石峰。他们不明白，对于修炼天荒神功的少女，这位为什么会如此？仿佛天荒神功对她有很大的意义一般。莫非她也出自天荒圣地？老头在心中暗道。而另一位老者崖身，脑海之中也差不多浮现了这个想法。可是接着，他又摇了摇头。若他真的出自天荒圣地， 他又岂会不知这天荒神功的来历？向自己打听，而自己对他说了天荒神功的来历后，他又说自己胡言乱语，而且天荒圣地根本没有这样一位人物。如此年轻，但他所散发出的恐怖气势，就连身为八星半神的自己都要站立。如果此人真是天荒圣地的人，如此逆天天赋，估计就连圣子都得让位了吧？天荒圣地的圣子。 传闻武道境界也不过这些时日步入了五星半神境而已。这一刻，老头与老者言深，实在是通不过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做。这时，石峰望向了追随自己的老头，说：“你好像与这人昔日有些仇怨。既然你如今追随于我，你想了结，便就此了结吧。”听到石峰这话，老头旋即将那些疑问放下，精神一振，连忙向石峰拜谢道：“多谢我主。” 老头低头说着这番话的时候，老脸之上嘴角一咧，露出了一抹冷然的笑。第一千九百五十二章昔日的仇。老头精神一振，咧嘴一笑。而反观那位白袍老者涯身，老脸又是惊然一变。这时，老头缓缓地转过了头，带着冷笑的老脸已经对向了那个涯身，道：“涯深，我们之间的账也该好好清算清算了。”说着这番话。 老头一步一步朝着这崖身缓步走来。栾雾，你你不要过来！如今的我在天荒圣地可是一位护法，身份尊贵。你可知道，如若你对我下手的后果？崖身再而对着老头喝道，再次将天荒圣地这个他心目中的庞然大物给搬了出来。天荒圣地除了那些活了悠久岁月的太上长老外，身份最高者自然为天荒圣主。 接下来是天荒圣地的众位长老，然后就是护法。所以说，这位叫延生的老者在天荒圣地身份确实尊贵，乃是无数人仰望、无数人尊敬的存在。天荒圣地，当再次听到“天荒圣地”这四个字的时候，老头栾雾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之容，说：“曾经的我，若是听到天荒圣地，可能会脸色惊变，觉得那是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 可今日已不同往日，在我所追随之主的力量之下，这天荒圣地将什么都不是。这天荒圣地将什么都不是。老头不屑的苍老声音在这间厢房之中回响而起。狂妄听到老头那话，眼神旋即发出了一声怒喝，说：“栾雾，你可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凭你这句话，便遭永生永世遭受我天荒圣地追杀。” 直至杀死你为止，追杀我！哈哈，老头再次笑了起来，道：“曾在你们这对狗男女的陷害下，我又不是没有遭受过天荒圣地的追杀。结果呢？若是曾经，或许我还要顾忌这天荒圣地，或许还得想尽办法藏身。但是如今，崖身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若那的天荒圣地胆敢追杀我的话，那么他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说到最后之时，老头栾雾再而动用了那位的口气。听到老头那番话语，特别是那最后一句，眼身老脸上的表情旋即大变特变，道：“你，你栾雾，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不见，你竟狂妄放肆到了如此地步，简直是不知死字怎么写！在莽荒大陆，若是有人胆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那么不仅他自己要死。” 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势力也得灭门！我狂妄放肆，哈哈哈哈哈哈！而老头听到岩深的话语后，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仰头大笑了起来。岩深啊，岩深，你这个井底之蛙，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不是还是认为这天荒圣地乃是天下第一？哈哈哈哈！现在就由我好好告诉你吧，岩深，我的主上，九幽魔主。 才是如今莽荒大陆第一人，你的主上九幽魔主一听“九幽魔主”一听九幽魔主这个称呼，眼神的老脸在而猛然惊变。从他这面容上得知，看来他并不是老头所说的井底之蛙。看来这段时日响彻莽荒的九幽魔主大名，他也是有所听说。只在这瞬息之间，他便意识到了什么，然后微微转头，转向了身穿白色衣袍的那一位。这一刻。 崖身终于是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完全看不透这位的武道境界？为什么这位如此年轻，自己却在他的气势下而心颤？原原来您便是九幽魔主，先前崖身喊时封为这位，如今已经改为了您这个尊称。这一刻，崖身也明白栾雾为何会如此的狂妄放肆，为什么胆敢再次出现在这北荒？原来是攀上了这一位。 正是本魔主听到崖身话语，石峰满师弟淡然开口回应。这时，他又抓起了放于身旁茶几之上的茶杯，再一次悠悠品起了杯中的茶水。而老头已对着那崖身露出了一抹傲然之容，这是身为九幽魔主追随者的骄傲。对着这崖身傲然说道：“崖身，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要不要再拿你那天荒圣地出来压我？如果没什么话要说的话。” 那么，我便送你上路了，栾雾栾栾大哥。这时，崖深的声音已开始打颤，对着老头喊出了昔日的呼唤。崖深身为天荒圣地的一代护法，身份不凡。而他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武道成就，乃是他多年之前被一位天荒圣地的太上长老看中，收他为徒。除了传授他武道之外，那位太上长老在他崖深身上施展了一道秘法。 在那道秘法之下，若是他崖身遇害，那么天荒圣地的那位太上长老便将接收到他临死前的一幕。先前崖身便是有这个依仗，觉得自己就算落入他们的手中，只要自己道出身上那道秘法的事，他们就不敢杀自己。一杀自己，他们就将真正地与天荒圣地这个庞然大物为敌。但是此时此刻，崖身却没有想到，这一位坐于首位的白袍青年。 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幽魔主！这位九幽魔主可不管天荒圣地啊！这一刻，崖深可是真的害怕。随着老头一步步走来，他的身形已开始不由自主地倒退。怎么，你终于怕了？而见到崖深露出那副害怕的表情，老头老脸上的冷笑已变得更甚。跟着，老头又道：“崖深，当年你与那个贱人联合起来陷害我的那一刻。” 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今日老朽便在这里制裁你。待他日我与我主踏入天荒圣地之时，便是那个见人跪在我脚下忏悔之际。这一刻，老头老脸上已尽是笑意，而他的心已变得异常激动。沉积心中多年的仇怨，终于在这一刻猛然爆发。老脸之上突然露出了一抹狰狞的笑：“你，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 矮身的身形还在不断倒退，他已经感受到了从老头身上散发出来的决然杀意，而且他已发现自己的浑身之力已在无形间被一股冰冷的无形之力封印，根本毫无半点反抗之力，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不，不要，阮大哥，不要啊！饶命啊，阮大哥，阮大哥！第一千九百五十三章幸福的老头。不，不要，阮大哥啊！ 最终，厢房之中响起了一道极度痛苦与惨烈的惨叫声。白袍老者崖身已经跪在了老头的面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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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老头的老手按在了崖身的脸面之上，见到他跪在自己的面前求饶，见他在自己手中遭受痛苦的折磨，听到那阵阵痛苦的惨叫，老头不断发出了畅快的大笑，状如疯魔一般。这一刻的他。 心情无比的激荡与澎湃，就连念头也已经变得无比通达。终于，自己终于亲手惩治着这个当年陷害自己的畜生。原本老头以为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曾经的他，别说是惩治这个畜生，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胆子再踏入北荒。要不是这位新主的话，自己或许一生都将报仇无望。心存满满感激之时，老头再而抬头。 转向了那一位。此时此刻，石峰已从主位上站起，来到了窗口之处，望向了下方大道，依旧如同潮流般的人群。也不知道这一刻的他在想什么。青岩姑娘还是如就地静静站立于他的身旁，平静淡然。而就在这一刻，石峰眉头忽地一皱，抬头望向了苍穹，如两颗星辰般的双目，仿如洞穿了一切。城城主大人。 我怎么觉得此人好像正盯着我们？无尽的苍穹之中，旋即响起了一道惊然之声。我也有种感觉，就好像正被一头绝世凶兽给盯上。跟着，又有一道惊骇的声音说道：“这片苍穹之中，傲立着五道身影，目光皆凝视着下方的古离城，皆凝视于那间古离楼。此人竟然连我都看不透他的武道之境。”这时。 气势如虹的古黎城城主面色凝重，缓缓开口说：“什么？什么？”当听到城主话语，其他几位已是无比震惊。他们的城主大人可是九星半神，这世上竟然还有他看不透的存在？这莫非是他？跟着古离城主仿佛想到了什么，威武凝重的面容也在这刻一变。他他，城主大人，您莫非想到的是他？接着。 也有人想到了那个人，他他，你们说的是？跟着又有人想到，缓缓地吐出了那个仿佛山岳般沉重的名字——石峰。嗯，听到那两个字，古离城主面色已变得比上坟还要凝重，点了点头，跟着轻声一叹，又说：“看来他真的来了，我们的古恶山，我们的这片古江大域，或许要易主了。”轰！一阵巨雷之声响天彻地，电闪雷鸣。 不过转瞬之间，天色已变，天地间顿时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下雨了。望着外面的天色，石峰轻喃说道。而这时，厢房之中的痛苦惨叫与苍老的大笑声已经停下。那位天荒圣地的白袍老者崖身，已经在老头的手中死去。那具尸体的面容上，眼睛还瞪得无比的大，还保持着那副临死之前的极度痛苦之容。这时，石峰心念一动。 尸体的七孔之中，旋即喷出七道血剑，朝着他飞射而去。矮身的死亡之力、血液、魂魄，瞬间被石峰吸入到了血石碑中。那具尸体已然化为了一具无比干瘪的干尸。这个时候，望着外边天色的石峰缓缓转身，目光集聚于那个老头的身上。此时此刻，石峰已然看出了什么，对老头说：“你要进阶了。”“是的，我主。” 听到石峰这话，老头满是恭敬，满是兴奋的回答。跟着他又说，在折磨延身的那一瞬间，属下心情爽快，憋在心中数十年的仇恨在那一刻全部释放爆发，念头在那一刻变得无比通达，武道之路也在那一刻变得无比的宽阔。属下一举踏了过去，此刻即将到达彼岸，从七星半神，即将便可步入八星半神之境。老头。 也不得不兴奋，一举突破。从今往后，他便只在九星绝世强者之下了。而且他修炼了这位星主传授于他的那道七星半神战技。前些时日，他便以那不成熟的战绩灭杀了一位八星半神强者。而日后，若自己成功步入八星半神之境，若成功领悟那道七星半神级战绩，老头有信心在八星半神境称王称霸。这时。 石峰在而对着这老头缓缓开口说：“你既然即将突破，那么便在此好好感悟武道。待你成功步入八星半神之后，本魔主赐予你一部八星半神战记。石峰这话说的风轻云淡，仿佛根本没将之次出的八星半神战记放在心上。不过，老头本就兴奋的老脸上已经出现了无比激动之容。八八星半神战记，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但是此刻已无法从老头的口中清楚吐出，一瞬间令他变成了口疾，整个身躯都已经在震颤。他当初赐予的七星半神战技便是如此逆天，若是八星半神战技的话，一时之间老头都有些不敢想象。这一刻的他，仿如自己正在做梦一般，觉得这片空间都变得有些不真实。谢我主，谢我主，多谢我主！老头对着石峰连连谢道。 他终于明白，这才是他的大机遇、大机缘。这一刻，老头已经在心中暗暗立誓：从今往后，自己一定要紧紧抱住这位的大腿，一定誓死效忠啊！不用谢了，就这样吧。你在此感悟，本魔主出去走走，待你成功突破之后，我们便去古恶山。石峰对老头说：“老头此刻的状态，石峰已看出他到达了突破的边缘。他成功感悟。” 再稳定武道，几个时辰足矣。对于这几个时辰，石峰也不着急赶路。而说着这番话的时候，石峰双手手印一动，只在这片刻之间，已在这间厢房之中布下了一道结界，为护佑老头感悟时不受打扰所用。在他九幽魔主的这道结界之下，就连九星半神境的武者都别想闯进来。跟着石峰悠然走去，朝着房门方向走了过去。 而这时，房中的青岩姑娘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竟还站立于那扇窗口，一脸平静地望着那道悠然走动的白色身影。第一九五四章，他走了，直至石峰打开了厢房的门走了出去，青岩都没有什么动作，就依旧那样静静的望着他，直至他离开，直至房门重新关了回去。兴奋又激动的老头已经盘膝坐下，坐于地面，开始感悟他的武道。如今的他。 已经对未来期待满满。当年出卖他的岩身，已被他亲手折磨致死。他期待着，当他与这位新主强势降临昔日之地天荒圣地的时候，那个当年出卖他的贱人会是一副怎样的精彩表情？那些曾经的天荒圣地的老熟人们见到自己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老头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想到这些，他又激动地浑身颤抖起来，双拳紧握。 紧接着，便见一道白光从他的身上闪耀而起。极度期待与激动之下，他竟然就这样突破了。池峰刚独自走出这座古林楼的时候，脚步忽地一顿，唯一抬头，望向了自己先前所在的那间地自号厢房，心生开口道：“没想到现在就突破了，倒比我预想的要快一些。不过，老头此刻就算突破，还需要稳固境界，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石峰还是不急着回去。随后，石峰顿住的脚步又继续走动起来，很快便融入到了下方的人群之中，随着流动的人群而动。天地之间虽然还下着倾盆大雨，但对于城中人群来说，雨水还未触及到他们的肉身便已蒸发。古离城苍穹之上，古离城的那五位注意力还是一直追踪着那道白色身影，不敢有丝毫懈怠。城主大人。 他接下来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准备在我们古黎城大开杀戒了？这时，一位战将开口，满脸担忧地对古黎城主说：“毕竟古恶山得罪了这位凶魔，而他们古黎城本就是古恶山的势力范围，听从古恶山号令。”不知道那听到那位的话，古黎城主也一副担忧的模样。跟着他又说道：“你四人赶快传讯城中各地。” 千万不要哪个孽畜不长眼，得罪了这一位。还有通知家中，以最快速度撤离古黎城，撤出古江大域再说。这一刻，就连古黎城主也担心这位凶魔开始在古黎城大开杀戒，先将家中老小撤离再说。其他的古黎城城民及百万守卫，就看他们的造化以及那一位的心情了。这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他已经无能为力。他虽然身为古黎城主， 虽为九星半神境强者，但在那一位凶魔的面前，可什么都不是，有如一只蝼蚁一般。但愿这位不要太凶残，不要在我古离城乱杀无辜吧。哎，古离城主在心中暗暗祈祷，跟着又是深深一叹。其实那位古离城主及他麾下的四位战将，实在是想太多了，实在是过于担心。此时此刻，那位只不过在这古离城中简单走走而已。 不过，他们传讯城中，通知各处，通知那些平日里到处惹是生非的家伙们，倒也是对的。这莽荒大陆，时常出现不长眼的人，而得罪了他所得罪不起的存在，而惨遭灭门。人流而动，时风而走，逐渐地，时风已随着人流走出了一段距离。这座古离城，应该历经了不短岁月。时风走在这古离城中，看着周围的建筑及脚下的大地。 总有一股古老沧桑之感。这座城其实已经有些破败，留下了不少岁月的痕迹。石峰在这古离城逛了一会儿后，便觉得有些索然无味，返回到了古离楼中。当回到古离楼的那间厢房，石峰见到老头还盘膝坐于地面之上，闭着双目，应该还在稳固武道境界。而这间厢房此时此刻却是只剩下了老头一人。那丫头呢？ 见到房中已不见那道倩影，石峰眉头微微一皱。其实今天他便觉得那个青岩丫头有些寻常，跟平日里有些不太一样。很快，石峰便看到主位旁的茶几上正放在一道青色古玉，一看便是那位丫头留下。石峰心神一动，那道茶几上的青色古玉便朝着他飘飞而来，伸手一抓，便被他抓入手中。随后，石峰灵魂一个扫动。 一道信息进入念头之中，石峰，我走了。这道青色古玉竟是那位青岩丫头的离别信，而且只是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简简单单的这五个字，走了。石峰暗暗轻喃着这两个字，脑海之中浮现了那道身材高挑的倩影。石峰自然早就看出这位丫头对自己有意，但自己却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那种心思，更何况。 自己根本不能对他产生那个心思，他是风，他九幽魔主，他九幽大帝，心中已有所爱。心中之爱虽然失踪，如今不知去向，但是自己就算走遍各个世界，走遍各个大陆，都要将他找回。而除了那位之外，半年之前的那处远古遗迹，自己对那位神秘的女子雨欣，又做出了那等男女之事，这段孽债，如今都还没有解决。 他石峰是真的不想再跟其他的女子沾染上那些男女情爱关系了。我主，这时一道恭敬苍老的声音响起，原本盘膝闭目的老头已经缓缓地打开了双眼，正好望到了那位站立在那不动的新主，轻声唤道：“此时此刻的老头苏醒，仿如一头觉醒的雄狮一般，气势如虹。看来他已真正步入了八星半神之境。” 已经彻底稳固了下他的境界。嗯，听到老头的话，石峰轻轻的应了一声，跟着老头在而开口对石峰说：“我主青姑娘她走了，我已经知道了。”石峰道，跟着石峰在而开口问他：“他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说他去哪？当时青岩在罪恶深渊与他相遇的时候，告诉他冰雪荒原已经遭受劫难。” 所以石峰认为他应该不会回冰雪荒原，不过仔细想想，回去哪里也不无可能。毕竟他也说过，他的生母冰雪夫人可能还在冰雪荒原。没有，老头回答。新姑娘只跟属下说她走了。哦，我知道了。石峰又是微微点头。这一刻的他，白皙英俊的面容依旧一片淡然之色，看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不喜不悲。 给你跟着石峰，右手一动，一道看似残破的卷轴从他手中飞出，飞向了老头。第一九五五章六大势力联手。那道古老残破的卷轴还未入手，老头的老脸便再次显露出了满满的激动与兴奋。先前石峰便跟他说过，他自然明白此刻这位抛向自己的是什么。八星半神战技。这时，老头骨瘦的老手往前一抓。 一把将那道飘飞而来的古老骨轴抓入手中，一个翻转，定睛一看，一行古老的小字映入眼帘：“星罗魔杀，八星半神战技，八星半神战技，八星半神战技。”那老头嘴中呢喃着。此时此刻，抓着这道卷轴的老手都在不断的颤抖，足以可见这一道八星半神战技在他心中的分量。走吧，石峰欣然开口对老头说。 如今这老头的境界突破又已经稳固，也该继续上路了。而青年这个丫头既然不想再跟自己一起了，而自己又不能给她什么，她离开其实也好。这丫头还年轻，总有一天她应该会想明白什么人才是她真正想要的。老头连忙将手中的那卷战绩放入他的储物古戒，旋即应声：“遵命，我主。”随后，这两人便往外行去。 当他们出了这古离楼的时候，天已经晴了。不过，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晴天还是阴天，这古离楼门前的大道之上，人群总是那么拥挤。行入人群的石峰二人，在那老头的指指引之下，继续启程，继续往古离城中的那座空间传送阵行去。不久之后，他二人便踏上了那座远古的传送祭坛，目标古恶山。冷冽的寒风。 吹拂着天地。今时今日，金色巨山古恶山中充斥着浓浓的肃杀之意。就在不久之前，古恶山已经收到古黎城传来的消息：一位很似九幽魔主石峰的青年在古黎城出现了。古恶山山巅之上，此时此刻，竟傲立着上百道绝世身影。这里竟然出现了上百位九星半神之境的绝世强者。古恶山。 何时出了这么多九星半神之境绝世强者？上百位，整个莽荒大陆都从未听说有这样的超凡势力。不过，这上百位绝世强者确实不都是古恶山的人。雷神圣地的劫难传遍了整个莽荒大陆，于是人们纷纷想到的便是同在北荒与那时风仇怨极深的古恶山，而那些曾经与时风有仇怨的古老势力，寒家、太阳、月亮、星辰三大神教。 还有王家纷纷往古恶山赶来，他们这些势力很清楚，这位九幽魔主若是将这古恶山灭掉之后，那么接下来便是他们了。半年前，在荒漠谷境地追杀石峰的，便是这六大古老势力。如今，在六大古老势力再度联手来抗衡那位的反杀，那时候的那个石峰在他们眼中如同蝼蚁，而如今却是令他们闻风丧胆的九幽魔主。 真是世事无常，莽荒大陆从古至今就一直流传着那一句话：万事无绝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此时此刻，巨大金色山巅的上百位九星绝世强者，双手同时缔结着古老的手印，一道道玄奥古老的符文从他们的手印之中不断飘飞而出，密密麻麻。与此同时，阵阵苍凉诡异的念诵声回响天地。也不仅这山巅之上符文飘飞。 从山巅往下，一直延伸到金色巨山的山脚，皆是密密麻麻的古老玄奥的符文，不断的飘飞而出，漫天飞舞，很是绚烂。看来这六大古老势力调动武者集聚于古恶山，要缔结一座绝世大阵，抗衡那位要杀来的凶魔。而就在古恶山之上的苍穹之中，有六股绝世之气若隐若现。六大古老势力除了布下这座绝世杀阵之外，还以他们的六件神器为阵眼。 这一次，这六个古老的势力已然动用了全力，要与那位凶魔终极一战。从古离城传送到古恶山，只需要经历古埃城，再从古埃城便可直接传送到古恶城。古恶城就在那古恶山的山脚之下。可是此刻，身处古埃城的石峰与老头看到，古埃城中的那座空间传送大阵已被人给摧毁了，彻底地给毁灭成了虚无。 就连神炼师在这都已经无法修复。博主属下已经打听到了，这座古埃城的空间传送祭坛就在不久之前被古埃城的这些守卫摧毁。刚刚向人打听回来的老头向石峰恭敬禀报道：“由于这古埃城的这座空间传送祭坛被毁，想要传送离开古埃城的武者暂时都被堵到了这里。此时此刻，这里已经人满为患，声音嘈杂。” 听上去已很是混乱与吵闹，轰！而就在这一刻，一道爆破之声猛然从远处爆响而起，紧接着，人们感应到了远古升起了一股浑厚的空间之力。不过，那些空间之力转瞬便消散地无影无踪。那……那是那边的轰响，以及那浑厚的空间之力，瞬间吸引了这片区域的众舞者。而凝视着那方的石峰，眉头紧然皱起，冷然说道。 另一座空间传送祭坛也被摧毁了。古埃城原本有两座传送祭坛，一进一出。为了维持秩序，那方的空间传送祭坛接收传送而来的舞者，而原先的这座传送祭坛传送舞者到其他城。但是两座空间传送祭坛都有传送与接收的功能，只不过原先时风雨老头过于低调行事，按照这破城规来到这边传送区域前往古恶城。 却是没有想到，竟发生了这样的事。跟着石峰冷冷开口说：“看来他们是有意想将本魔主困于此城。自己在古黎城的时候，被苍穹之上的那五人盯着。石峰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应该已经被他们知道。而那个时候，石峰也觉得没什么好隐瞒，让他们知道自己来了又能如何？而那古离城的五人……” 当时也应该将自己出现的消息传回到了古恶山，却是没有想到，这些人还真想得出来，先后破坏这座城的空间传送祭坛，想将自己困于这古哀城。这时，石峰心中杀意更甚，再而冷然开口问老头道：“若从这里前往古恶山，需要多久的时间？”听到石峰这话，老头眉头微皱，思量了一下，然后再对石峰躬身开口。 若以我们先前在五欲妖地赶路的速度，大概需要二十多天。第一千九百五十六章大蛇异动。二十多天，石峰轻喃着老头说的天数，跟着咧嘴冷然一笑，道：“好啊，二十多天变二十多天，本魔主倒是要看看他们祖本魔主这二十多天能搞出什么名堂。”我们走。这时，石峰对着老头一声低喝，身形旋即冲天而起。 见到石峰身形一动，老头旋即跟上。看，有人破空了！有人竟敢在古埃城破空！见到有人破空，道道惊呼随即又响了起来。那两个人胆敢破空，便证明他们敢无视古埃城的城规，胆敢与整个古埃城作对。不过，很多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古老势力的武者在城池破空，这种事经常见到。城规只是对一些没背景。 没实力的武者，颁布而已；有实力，便可破碎一切。不过这时，也有人心中在想，甚至面露冷笑，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古埃城城主据文可是九星半神级别的存在，一般的人如此在古埃城放肆，那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而接着，人们见到那两人的身形，直至消失于虚空的尽头，都未见到古埃城出动一兵一卒。 根本未见这古哀城的城主出现，他们哪里知道，那位在他们心中乃是绝世存在的古哀城城主，此时此刻正躲于城主府的阁楼之中，透过缝隙，满脸紧张地偷偷望着那两道破空远去的身影。直至那两道身影真正远去，他才暗暗舒了一口气，将那颗提着心的缓缓放了下去。那尊杀神终于离开古哀城了。先前他可是真的担心。 自己才是真正的在太岁头上动土，自己竟敢毁灭那两座传送祭坛，阻挡这尊杀神的去路，但自己又不得不那么做。古恶山下的命令根本不得违抗。他古哀城主刚才真怕惹怒了那尊杀神，激得杀神进入城主府杀死自己全家。现在好了，那尊杀神与他的属下离开了，便意味着他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凶残，最起码。 他古哀城主没见到那尊杀神在他古哀城杀生，吼吼吼吼吼！怒声咆哮响,响天彻地，五黎大蛇出现在了石峰与老头的身下。此时此刻，石峰与老头傲立于这条绝世凶兽的蛇身之上，赶往那古恶山而去。哼！这时，老头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哼，说：“这古恶山真是好生卑鄙。” 竟然以这种卑劣的手段阻拦我主，难道他们以为这样就真拦得住我主了？说着说着，这时老头的老脸眉头忽地一皱，对石峰说道：“不过我主，我倒是还有些担心。”听到老头的话，石峰开口问道：“担心什么？我主威名如今早已名动天下，而通过古哀城的那件事，他们古恶山已然得知我主到来了。” 属下担心他们破坏了传送祭坛，让我主无法立即到达。通过这二十多天的时间，开始撤离古恶山。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恐怕会变成一座空山。撤离，老头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听到老头这话，石峰也是认可地点了点头，说：“这个本魔主也考虑过，若他们真在这二十多天撤离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也只是暂时的，待有一日。” 本魔主会下令天下追杀他们古恶山，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让他们明白莽荒大陆之大，也将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当石峰说到最后之时，年轻冷峻的面容上又出现了一抹冷笑。不过听到石峰这句话，老头又是在心中暗暗一阵心惊。号令天下，这这位这位，这,位这是要统一天下啊！老头活了这么多年，不过从古至今。 他从未听说过有生灵真正一统过莽荒大陆。如今自己身旁的这一位，这是要做前人未做之事啊！这真是好大的野心。不过仔细想了想之后，老头觉得对于这位来说，这其实也不算野心了。如今的他，其实已经差不多做到了。他有绝世巅峰战力，可毁灭莽荒大陆上的一切势力。就算如今的他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吼吼！ 吼吼吼吼！两人身下的凶兽继续在狂猛咆哮，急速奔腾着。吼！而就在这时，石峰与老头突然听到一道怒然咆哮之声从远处虚空传来。这道声音与他们身下的那五头大蛇发出的吼叫声极像。当那道咆哮声响起之后，石峰忽然感应到脚下的五头大蛇突然躁动起来。嗯，望着五头大蛇，石峰突然心神一动。 仿佛想到了什么，道：“那道吼声，再加上这五黎大蛇的异动，莫非怎么回事？刚才到底是什么声音？怎么那道声音响起之后，这凶兽变得这么疯狂了？”老头望向脚下越来越狂躁的五头大蛇，说：“此时此刻，这五头大蛇已经改变了破空的方向，自作主张地往刚才那道咆哮声传来的方向狂猛飞腾。见到五黎大蛇如此。” 石峰也没有阻止，看来没有错了。巴黎神蛇的分身又出现了。这五离大蛇如今的境界便已是九星半神。石峰在想，若是融合了那道分身之后，是否可以成功步入神境？一头神级之境的凶兽，一头神级之境的凶兽坐骑。这巴黎神蛇虽然说是蛇人一族的神，乃是蛇人一族的希望，受蛇人一族世代朝拜，但对于石峰来说。 这就是自己的一头坐骑而已，得听从自己号令。这一刻，石峰的灵魂之力已经朝着五雷大蛇奔腾的虚空席卷过去。而就在这时，只见石峰的脸色忽地一变，他突然感应到前方一股绝世凶悍气息，这是神级之境的气息，这是一头步入了神级之境的凶兽。石峰惊然道：“他没有想到，那片虚空之中的分身竟然步入了神级。” 比他脚下这五道分身加起来都要恐怖。随着五离大蛇继续朝着前方虚空狂猛飞腾，老头的老脸也发生了猛然大变，苍老的身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感觉自己即将要在那股传来的气势下破灭一般。老头说：“我我主那股凶悍的气势。”说话的时候，老头的声音也在颤抖，双脚一动，往石峰靠近了几分。这一刻的他觉得。 只有靠的这位越近，才越有安全感。第一千九百五十七章白衣女剑仙身旁老头逐渐接近的举动，旋即被石峰感应到。石峰眉头一皱，微微转头，冷然开口：“你要干什么？”一听石峰这道冰冷的声音，老头又是浑身一哆嗦，惊骇的老脸上带着尴尬之色，对石峰弱弱说道：“我我主，您您别误会，属下只是……” 好了，不必说了。石峰一摆手，打断了老头的话语，跟着心念一动，咚，一道钟鸣之音在这里响彻而起。只见一尊金色钟影在石峰、老头、五黎大蛇的周身浮现，护住了他们的身躯。在这道金色钟影的护佑之下，那股冲击而来的凶悍气势随即被挡在了外面。老头压力顿减，旋即对着他在而躬身开口：“谢我主，多谢我主。” 石峰此刻已然不理会身旁的老头，双目依旧紧紧凝视着前方虚空。紧跟着，前方的虚空之中，一道巨大的橙色身躯显现，仿如一座巨大的橙色大山，散发着无上之威。赫然是一条头长独角、面目凶恶狰狞、布满橙色鳞片的橙色大蛇。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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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阵凶兽的怒然咆哮之声，在而不断的从前方传来。 而随着与那条气势冲天的橙色大蛇接近，石峰脚下的五头大蛇这时也不断的发出了怒然吼叫：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处于这片虚空的六个大蛇头，此时此刻看上去已是异常的激动疯狂。从这条橙色大蛇巨大蛇身出现的那一刻，石峰的双目便紧紧凝视着它，暗暗说道：“果然已经进化至了真神之境。”而这时，石峰的双目再而移动。 目光望向了橙色大蛇的硕大蛇头之上，在哪里正傲立着一道白色倩影，那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白衣飘飘，如同天上的白云一般，俏脸白皙，肌肤胜雪，不过看上去却是满是清朗，身后背着一口白色长剑，整个人看上去仿如一位白衣女剑仙。这一刻，那位白衣女子的双目也正凝视向了石峰，两人这一刻。 刚好四目相对，这位白衣女子的年轻与石峰差不多，却是没有想到，如此年龄，竟然是一位步入了七星半神的武者。如此年轻，却有如此成就，在莽荒大陆绝对称得上一代绝世妖孽。而紧接着，石峰又发现，这位年轻女子身后背着的那柄长剑，剑虽然还未出鞘，却给他一股绝世不凡的剑意。这竟然是一柄达到了真神级别的战剑。 脚下真神凶兽，身背真神战剑，年纪轻轻却是七星半神。这女子到底是何来历？望着前方那位白衣女子，就连石峰也是微微一惊。那位白衣女子面对着石峰的俏脸依旧一片清冷，跟着只听她缓缓开口说：“交出你的坐骑，便滚！”冰冷的女子声音仿如不容抗拒的命令一般，在这片虚空之中回响而起。 石峰与老头没有想到，这个女子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如此嚣张狂妄的话语。哼！听到那道声音，石峰的面容也逐渐地冷了下来，发出了一道冷哼之声，对那女子回道：“若我不交呢？五离大蛇，石峰自然不会交出。如今还见到了那条步入了真神之境的橙色大蛇，他更不会交出。”只见那位白衣女子听到石峰的回话后，冷然一喝。 那便死吧！争！只听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响彻，与此同时，那柄被白衣女子背在身后的长剑猛然出鞘，顿时之间，一股绝世杀伐冲天而起，仿如沉睡之中的凶兽在这一刻猛然苏醒。这这股气势，尽管此时此刻有天地神中的力量护身，但感受到那股冲天而起的绝世杀伐，老头还是猛然一惊，惊声大呼道。 这股杀伐剑意，这这是真神战气，脚下真神凶兽，又一柄真神战气在身，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啊？老头活了这大把年纪，莽荒大陆中的那些古老势力，那些强大以及天赋出众的人物，他大都有所听说，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势力圈养一头真神级别的大妖，也从没有听说哪个古老势力有年纪轻轻的女子。 步入七星半神，还身带一柄真神级别的战剑。而就在这时，那位白衣少女剑指一动，便见那柄出鞘的长剑朝着他们这方疾飞而来，仿如流星。长剑所过之处，只见虚空都不断的破裂开，一道长长的黑色空间裂口瞬间显现。这整片虚空都在这柄长剑的绝世杀意下而剧烈沸腾起来。真神之气，响天应地。现，而这时。 一道冰冷的喝声从石峰嘴中喝出，只见那柄疾飞的长剑上方，一柄缭绕着黑暗雷霆的神锤显现。这柄神锤正是雷神圣地的神雷真锤，而神锤之上缭绕的黑色雷霆，正是石峰的灭魔黑雷。紧跟着，便见这缭绕着灭魔黑雷的神雷真锤，朝着那柄疾飞的长剑猛然爆轰而下。轰！两件真神战器的碰撞。 一道震撼天地的绝世报鸣之音猛然轰响，本就在剧烈沸腾的虚空，此时此刻发生了猛然震荡，这片天地瞬间天摇地晃。而这一刻，只见那位俏脸满是清冷的白衣女子，脸色终于发生了大变。与此同时，她的那具白色娇躯都在这一刻颤了一颤。她实在没有想到，这一位莽荒外界的年轻舞者，竟然如此的恐怖，简直是恐怖如斯。 这跟他之前听到的外界传闻倒有些不太一样。随着神雷真锤的狂猛轰击，那柄向前几次的神剑已被轰飞。杀！这时，只听石峰在耳冷然一喝，那柄轰飞神剑的神雷真锤再次猛然一动，朝着那方虚空的那位白衣女子轰砸而去。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动了杀意，那么她便去死好了。更何况…… 他身下那条进化真神级别的橙离蛇身，使风势在必得，挡住。而这时，那位白衣女子突然对着脚下的橙色大蛇冷声一喝，下达了命令。吼！随着白衣女子的喝声，一道怒然大吼又从那条橙色大蛇的蛇嘴之中爆吼而出。第一九五八章四神器启动。紧跟着，只见那条橙色大蛇的蛇尾猛然一扫，仿若一道橙色奔雷。 奔向那道轰砸而来的神雷真锤而去，又一次绝世力量碰撞，砰！剧烈的轰鸣之音再一次爆响而起。而这一次碰撞，只见那柄神雷真锤已在橙色大蛇的力量之下，旋即被扫得倒飞了出去。不仅如此，就连这神雷真锤之上的灭魔黑雷都已经彻底溃灭。这一击，不愧为真神生灵的一击之力。这时，暴力五离大蛇之上的石峰。 身形一个闪动，瞬间闪到了那柄神雷针锤倒飞的轨迹之上，右手往前一抓，一把将那柄神雷针锤给抓入回了手中。原本混乱狂暴的天地，顿时在这一刻再度平静下来。持风傲立虚空，微微低头俯视向了斜下方的橙色大蛇，以及站立大蛇之上的白衣女子。这一刻，那一柄原本被神雷针锤轰飞的长剑，已经飞回向了这位白衣女子。 被他握在了手中，此时此刻，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位白衣女子望向石峰的目光已经变得跟先前完全不一样了。先前那是一种漠然，仿如看待不平等的生灵，而此刻是凝重，她已对石峰重视起来，已然觉得这个人不简单。跟着，白衣女子的面色恢复了一片平静，对着石峰缓缓开口说：“你不错，哼。” 听到那女人的话，石峰又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哼。跟着，那白衣女子又对石峰开口：“归顺于我，你的天赋不错，如今我们正是用人之际，只要你肯归顺于我，我可以赐予你一个大造化。”呵，归顺于你？听到那个白衣女子的话语，这一刻的石峰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自己乃是天恒大陆的九幽大帝。 莽荒大陆的九幽魔主，现在却有人叫自己归顺于他，而且还是一个女人。见到石峰脸上出现的不屑之容，那位白衣女子依旧面色平静，再而开口说：“你们莽荒大陆外界的人，并不知道真正的强者，不知道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只要你愿意归顺于我，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相信，以你的天赋。” 竟然也可以在那个世界步入更强的高度。以你的天赋，哪里才真正适合你？强大的世界，崭新的世界。听到白衣女子的这番话，石峰面色旋即一动，他这才明白，原来这个神秘的白衣女子不是这莽荒大陆的人，来自另一个比莽荒大陆还要强大的世界。莫非便是那个神战大陆不成？石峰又在心中暗暗想到。 一想到可能与那个神战大陆有关，心隐隐产生了动荡。想到这，只听石峰旋即对着他冷然一喝：“告诉我，若你想活命的话，便告诉我你所说的那个世界如何能去。”当说着这番话的时候，一股冷然的杀意已从他身上冲出，朝着那个白衣女子狂猛汹涌。你感应到冰冷的杀意汹涌而来，白衣女子平静的面容随即一变。 自己原本要给他一场大造化，而他竟然是如此的不识好歹。跟着，只听白衣女子冲着石峰一声娇喝：“既如此，那么便由我亲自降服于你，让你永生永世成我奴仆。”说话之间，只见她手中的长剑轻然舞动起来，只见一道道剑影不断的显现，每一道剑影都充斥着绝强的杀伐之力，都散发着一股古老绝世的杀伐气息。 随着白衣女子舞剑，她与橙色大蛇所处的这片空间，剑影越来越多，就连她的白色娇躯都已被那层层叠叠、玄奥无穷的剑影所吞噬。紧跟着，又一道娇喝在这片虚空猛然喝响：“欲。兽神剑诀！”与此同时，只见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剑影疯狂涌动，仿如狂风暴雨一般，齐齐涌入到了那条橙色大蛇的蛇身之中。 吼吼吼吼吼吼吼！一道道怒然暴吼之声，再而从橙色大蛇的嘴中爆响而起。此时此刻，橙色大蛇仿佛看上去异常的痛苦，又仿佛已变得异常的疯狂狂暴。那位舞剑的白衣女子，已经随着那些剑影的消失而消失。一股比之先前更加强大恐怖的绝世气息，从这橙色大蛇上猛然冲天而起。 感受着此时此刻这橙色大蛇上的气势，就连石峰都露出了一抹惊然之容，发出了一道惊呼：“好玄奥的御兽战技！”石峰曾在天恒大陆，也曾见过一些专门修炼御兽之道的武者，以御兽之功激发出妖兽的最大潜力，提升更强、更加狂暴的战力。而此时此刻，石峰从这橙色大蛇上升起的绝世气势，已然看出曾经他所见识的御兽之道。 与这白衣女子的御兽战绩根本无法相比，就有如一天一地。她以她的那柄真神战剑，再以她的御兽战绩，激发出了这条真神凶兽的恐怖力量。到的这时，石峰已然不敢再继续怠慢下去，随即一声低喝：“雷霆战神诀！”轰！一道绝世雷霆爆破之声从石峰的身上猛然爆响而起，石峰这一刻的气势也已经发生了猛然大变。 而这时，只见那条巨大的橙色大蛇狂猛一动，如同一道巨大的橙色闪电，又仿如一座巨大的橙色巨山，朝着石峰无比狂暴地撞击而来。这绝世无匹的撞击之力，已然可撞破世间所有一切。以那御兽战技所激发出的绝世力量，这一道狂暴绝世的撞击，石峰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出，已然超越了那扫地老人以神雷真锤所发动的一击。不过。 他是风自然还是怡然不惧？不管什么样的敌人，不管什么样的力量，他是风都要一战战。一道冷喝声响，只见一尊巨大的金色神钟旋即在上空显现。与此同时，右方显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骷髅头，左方显现了一柄巨大无比的黑色古杖。石峰的手中还握着那柄神雷真锤，右手高高举起。此时此刻。 只见爆发雷霆战神诀的石峰，催动四件绝世真神战器齐齐移动，朝着那条狂猛奔腾而来的橙色大蛇暴轰而去。轰！第一九五九章，这是一个狂人。轰！天都即将要在这阵爆破声下而崩塌。吼！紧接着一阵痛苦的凶兽怒嚎声响天彻地。任这橙色大蛇吸带着五匹之力，但还是无法抗衡住石峰爆发雷霆战神诀。 又催动四件真神战器，对他发动的这狂狠一击，狂暴痛吼之际，只见橙色大蛇那道巨大的蛇身正在狂猛飞退，而与此时同，只见掌控着四件真神战器的石峰身形随他的四件真神战器同时一闪，下一刻便见石峰那道与大蛇相比看上去无比渺小的身躯，再而出现在了大蛇的面前，手中还是持着那柄神雷真锤。 不过转瞬之间，其他三件巨大、散发着绝世神威的真神战器也再度显现。吼吼吼！嗷、哦！痛苦的兽吼声还未落下，橙色大蛇见到出现眼前的那道白色人影，随即发出了惊然大叫。凶恶、庞大、狰狞的蛇脸发生了猛然大变。他见到到来的石峰，害怕了。望着橙色大蛇此状，石峰敏锐的灵魂已然感应到了他此刻的情绪。 咧嘴冷然一笑，跟着手中的神雷真锤再而举起。随着石峰手中的动作，那三件真神战器也再次同时移动。四件真神战器再而朝着那条橙色大蛇狂猛爆轰！轰！又一阵绝世爆破！吼！又一阵痛苦的爆吼从橙色大蛇的蛇嘴中吼响。这一次，整条蛇身发生了猛然震颤。呃，剧烈的咆哮声中。 石峰隐隐间听到了一道女人的痛苦呻吟，紧接着，石峰见到一道白色倩影从震颤的橙色蛇身上掉落出来，正是那位如白衣剑仙般的女子。此时此刻，这位女子的俏脸上还保持着一抹痛苦之色，望向了石峰。他没有想到，此人竟然是如此强悍。接着，这道坠落的白色倩影一顿，旋即顿于虚空，漂浮于那条橙色大蛇的下方。 呵，而石峰又发出了一阵呵笑，右手又是一动，掌控着那四件真神战器，再一次朝着那条橙色大蛇爆轰。从刚才到现在，这头看上去凶悍、气势冲天的大蛇，在他石峰的面前根本没有半点反抗之力。轰！吼！爆鸣声与痛吼声再度在石峰的攻击下而爆响，橙色大蛇原先冲天绝世的神威。 此刻已经彻底被石峰给砸了下去。步入八星半神境的他，爆发雷霆战神诀，又操纵着四件真神战器，这爆发的力量可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这时，石峰停下了对那条橙色大蛇继续轰击，身形一个闪动，瞬间消失。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然来到了那道白色倩影的前方。你见到石峰到来？ 那位白衣女子清冷的俏脸再而一变，双目瞪大，身形随即往后倒飞，想远避这个狂人。看来她也已经在石峰的力量被震折住了。哼！而这时，石峰发出了一声冷哼，身形又是瞬息一闪，下一刻，白衣女子便见到一只大手往自己的脸面抓了过来。白衣女子虽还有破空之力，但刚才橙色大蛇被石峰暴轰的时候。 他其实便已遭受了反噬，身受重伤，从大蛇蛇身内坠出。此时望着那只吸带着绝世狂力的大手抓来，他根本没有力量去反抗与躲避。只见那只手离的他越来越近，在他的视线中越来越大。转瞬之间，白衣女子便被石峰抓在了手中。他只觉一股阴寒之力袭遍全身。这一刻，石峰雷霆战神诀状态已经消失，不过他并未就此战力全失。 就幽冥宫悄然运转之下，吞噬着血石碑内磅礴滚,滚滚的死亡之力，转瞬间便又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而这一次，石峰施展雷霆战神诀，那种绝世状态已然变得比以前更加持久了。先前他七星半神境的时候，施展雷霆战神诀，强大状态可维持九个呼吸；而如今八星半神之境，刚才这绝世状态竟然达到了十二个呼吸。放！ 放开我！你若再对我无礼，你们莽荒外界的所有人都将因你而丧生。这时，被石峰抓在手中的那个白衣女子，对着石峰狠然开口。这一刻的她，声音已经变得异常冰冷。而见这女子这样，听到她的话语，石峰开口说：“看来你根本不懂作为一个俘虏的觉悟。”紧接着，轰的一声，只见一道猩红色烈焰从石峰的手上燃烧而起。 直接燃烧着这个女人的脸面，啊啊啊啊！紧接着便听阵阵,阵凄厉痛苦的女人惨叫声从石峰的手中响起。啊啊！你竟敢如此对我！你一个莽荒外界的舞者，竟然敢如此对我啊！啊！他日你一定会后悔的！啊！听到这番威胁的话语，石峰面色平淡，根本无动于衷。他石峰，他叫幽魔主。 最不怕的就是威胁。轰！在那女子威胁的话语之中，石峰手中的猩红色烈焰又狂烈了几分。啊啊啊！比、啊、之刚才还要痛苦的女人凄厉惨叫声升起，此刻听上去仿佛厉鬼在厉笑。吼、哦！这时，石峰上方的橙色大蛇，蛇头面向下方，仿如大灯笼般的蛇眼正瞪着石峰，发出一声低吼。 嗯，而听到那道兽吼之声，石峰眉头忽地一皱，抬头望了上去。吼、哦！就在石峰这一望之下，硕大的蛇脸再而一变，巨大的蛇身随即上升，它仿佛要远离这个狂人。这条大蛇看来真的被石峰给打怕了。不过就在这时，石峰的身形又是一个闪动，他与被他抓在他手中焚烧的白衣女子同时消失了。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那条橙色大蛇的蛇头之上，石峰右脚往下一踏，猛然践踏着那个硕大的橙色蛇头，吼、哦，痛吼之声又回荡，整条蛇身又开始了颤抖。这条大蛇先前遭受石峰以似神器三次暴击，早已经受到了重创，已无力再向这个狂人反抗。啊啊啊！哦，石峰手中，犀利的女人惨叫声还在响着，脚下受吼声不断。 第一九六零章不错的收获。听着上方传来的阵阵兽吼及惨叫，老头的老脸此刻也终于露出了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老菊花一般。老头还站立于五头大蛇的蛇身之上，这时对着身下的大蛇轻声开口：“我们也上去吧。”当老头话音刚落下，吼！五个蛇头同时蛇嘴大张，发出暴吼之声，然后蛇身上升。啊，你！ 你你快点住手！猩红色烈焰还在石峰的手中焚烧，女人凄厉的惨叫还在继续。这时，石峰右手微微一动，只见那抹焚烧的猩红色烈焰朝着他的手中倒卷而回，不过瞬息之间便全被他吸入回了手中。那个原先被烈焰焚烧的脑袋，再而在石峰手中显现出来。不过，这圣火在石峰的掌控之下，并未将那位白衣女子毁容。 此时此刻的他只不过头发凌乱，看上去有些狼狈。呼呼呼呼，妖异猩红的血色烈焰终于消失，这位白衣女子也停下了痛叫，不过嘴中还是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上去已经很是虚弱吃力。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森白色符文于石峰的右掌心浮现，右手又是一动，直接将那道森白符文印在了那位白衣女子的脸面之上。 没有任何的反抗，他也没有力量去反抗。而紧接着，便见那道森白符文引入了他白皙的俏脸之中，消失。这时，石峰紧抓他脸面的手才微微松开了些。你，白衣女子自然知道刚才这个人对自己做了什么。不过，当她刚吐出“你”这个字的时候，旋即止声。通过刚才的折磨之后，她已然不敢再对这个狂人说狠话。她发现。 那些狠话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反而还会遭来他无情的折磨。不过嘴中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这时这白衣女子的双拳已经悄然握起，在心中再次狠然说道：“自己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后悔。这莽荒外界的人都会因为他而惨遭屠戮，他将成为他们莽荒外界的罪人。”石峰印记印入。 这位白衣女子已然彻底受他掌控，但看他对于石峰的那道印记，好像不是特别的关心。这个时候，石峰没再去看抓在手中的这个女人双目，而是凝视在那柄被他重新背在身后的神剑上。心念一动间，扔。只见那柄神剑在而出鞘，再一次冲出了绝世杀伐气息。出鞘的长剑随即往石峰飘飞而来，左手一动。 石峰便将那柄神级战剑抓入手中，神剑不知以什么神级材料打造而成，剑光闪耀，散发着寒芒，而剑身之上，从上往下刻录着一道仿如波浪般的神秘符文。这种符文石峰从未见过，不过却令他感应到凌厉的杀伐意境。把剑还我！一见此人拿走了自己的剑，白衣女子旋即面露紧张，对他喊道。 看来他就算是来自于一个更加强大的世界，但是这柄真神战剑对他也是极为重要。一柄真神战剑既然到手，石峰自然不会还给他。接着，只听他缓缓开口，以一股命令般的口吻对这白衣女子说：“抹除这柄剑与脚下这头孽畜的印记。”你、你、你这是听到石峰这话，白衣女子自然知道这个人想做什么。他。 这是要彻底抢占自己的神剑与神兽，他这是一个强盗，在心中说着石峰为强盗的时候，这位白衣女子仿佛已经忘记了她先前想要抢占这个人的五头大蛇，自己下达了命令之后，这个女人竟然还不按照自己的话去做。石峰在而对她冷然开口：“快点按照我的话去做，我没有太多的耐性。”这句话越说到后面，白衣女子越感到其中的冷意。 他旋即又想起了先前焚烧自己，令自己遭受极痛折磨的血焰，如今沦落他的手中，这柄神剑与神兽注定是无法保住了。此人以他之力，要破去神剑与神兽上的印记，根本就轻而易举，而他却非要让我自己破除。我还是按他的话去做吧，这样可以少受些苦头。该该死的男人，你给我等着吧！待我回到莽荒内界的时候。 定然会叫你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白衣女子再一次在心中暗暗说，而这时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心念一动，顿时间被石峰抓在左手的神剑一个颤动，而他脚下的那条橙色大蛇，巨大的蛇身又一次猛然一颤，印记破灭，一剑一兽，此刻皆成为了无主之物。而石峰突然感应到手中的神剑忽然挣扎地越来越剧烈。 像是在自己的手中拼命反抗，神器有灵，这时这柄神剑与那白衣女子解除了主仆契约，想要就此脱逃，从此之后便可自在逍遥。不过石峰岂会给他这个机会？左手之上森白符印转瞬显现，随即震入到了这柄神剑之中。符印入剑，挣扎的神剑终于就此安静了下来。从今往后，他将归石峰所有。从今往后。 他石峰将有五件真神战器，一个人拥有五件真神战器，在这莽荒大陆绝对是骇人听闻。神剑消失于石峰的左手之中，这时石峰左手中指屈起，又有一道森白色符印浮现。不过这一次是浮现于石峰的中指指尖之上，大拇指轻轻按住中指指尖，接着一弹，石峰随即将那道森白符印弹射而出。 飞射向脚下的那个橙色蛇头，也是没有任何的反抗。森白符印射入到了橙色蛇头之中，吼吼，吼吼吼吼吼！道道慌乱惊骇的兽吼声再次从这庞大的蛇嘴中暴吼而出，回响天地。他已明白自己如今已经易主，而这位新主人先前对自己轰砸的凶悍形象已经深入蛇心。而就在这橙色大蛇惊骇之际， 随即，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入到了他的耳中：“聂旭，给我闭嘴！再叫，小心我扒了你的蛇皮！”听到这道声音，这大蛇还真的连忙闭上了嘴，停下了吼叫。神剑与神兽，你都已经得到，这下你可以放了我了吧？这时，那道年轻清冷的女子声音又对石峰响起。